现在继续开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9月28日星期三，本日会议停开。105年9月29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下午1时38分，地点本院红楼二零一会议室。出席委员郑文宝清等15人，列席委员廖文国栋等27人，列席官员9月29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廷仪等，主席曾召集委员学生。9月29日星期四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邀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詹廷仪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日会议由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詹廷仪报告后，既由委员郑宝清等19人提出质询，均经主任委员詹廷仪及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委员严宽恒及黄昭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简述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一项。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议事录确定。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第二条。二、本院财政委员会105年10月3日台地财字第105210/1046号函，有关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请依照审查分配表及审查日程进行审查，并于本105年11月16日星期三、12月16日星期五下班前，分别将前接预算案公务预算部分、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审查报告函附，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交通部贺陈部长报告业务概况，因为部长要以简报说明，那现在请部长到右边的发言台发言。谢谢主席。好，用这个。主席。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各单位代表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今天来到交通委员会做报告，那么想利用我们这边的荧幕，来用比较画面的方式来向大家说明，所以借用了各位委员平常质询我、指教我的位置哈，非常感谢。那么首先，下一张，交通部长期以来，在各位的这个勉励和这个监督之下呢，建设的工作有相当的成果，还会持续在这个上面来以建设帮助台湾整个交通上的一个更完整性。可是我们的目的不应该只是停在建设，应该要去做服务。服务里面是我们希望，服务里面我们希望是全面的服务，但是在如何把既有的建设过渡到服务这边来呢，我们希望还是有几个比较主轴的项目，依次就是安全、公共运输、观光发展和我们的资讯的整合。以下先向各位报告台湾现在安全，我们交通上面面临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安全是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这张表上呢，各位可能很多细的字不容易看得清楚，为了统计全世界相同年期的资料，我们只能够暂时以2013年为准的话呢，我们如果看我们每10万人的这个死伤人数呢，台湾的死伤人数是差不多每10万人有13.47的人死伤，这个死亡。那么这样死亡人数和别的国家来相比，我想各位如果看数字都知道，比较跟我们接近一点的大概就是韩国跟美国，大约他们差不多是每10万人有10个人是车祸死亡，其他的包括欧美比较先进的国家都在3名啊或者4名这个情况，等于是差不多只有我们1/4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形实在是台湾现在是最严肃的一件事情。下一章，它不只是在这个总数上面让我们担心，它更让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样的人他最容易在这个我们的交通事故上面受伤或者是受死亡呢？最集中的是18岁到24岁这个年龄层，这边分别用两个顶点来看见。而且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如果按照这个颜色来看的话呢，
越是靠近最近的年期啊，这个中间的集中的风度越高，就表示说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不单是总数让人担心，而且是这个年龄层它只增加没有缓和下来，这样的一个事情才是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辛辛苦苦各位父母生育子女呢，在他青春正盛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不管是死亡或者是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那么因此呢，我们下一章我们希望整个交通安全就必须要从年轻人，他可能都还没有机会在真正的所谓的交通的现场里面慢慢来找到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教训，他就已经一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这个情形下，我们希望一定要从整个教育来开始。那么驾驶文化里面，尤其是教育呢，它必须是要越早扎根越好。所以在我们的了解，很多不管是这个在安全上面最有成果的，不管是日本或者是德国，它的交通安全都从小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那当然并不表示说它是用很死板的方式，怎么样在这个方式上去活泼化呢，也是我们最近跟教育部共同来努力呢，希望对于中小学的教材能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交通方面的看法的人协助我们的这个教育机构呢，来把教材变得更活泼，同时能够有效的来融入到整个的生活教育里面去。下一章。另外呢，就是我们除了是教育入手以外呢，我们对于发生的事情以后它的了解跟它的处理，只有用越快的方式才不至于使现场造成第二次的伤害。所以我们也非常佩服部分的一些警政同仁呢，他们就利用这个无人机啊，想办法在做这个所谓发生事故以后呢，现场他就马上拍照，就等于是测定了当时的比如相邻车辆的位置啊，还有其他现场的一些状况。这样子的话，这个警察也不用在那个地方把那个车子留在那个地方，警察也不用冒风险站在路口去做所有这些指挥交通的事情，马上就可以撤离现场。而这样一个情形，因为它可以数位化来做这件事呢，相关的资料又可以把累积的同一个地点所发生车祸的状况不断的在数位化去做比对分析，这样就可以使得当地的交通状况呢，真正能够变成是科学化来做管理。这样的事情，前面一张，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在今天的我们的交通的执法，我们也希望对于现在我们这个整个交通上面最可能是最让人担心的一环呢，就是大量的机车族。那大量机车族，当有些地方是我们的道路条件，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大家的使用行为上面值得改善。可是有些地方从车子本身也可以来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跟一些这个国立大学的这个有交通科系的这个学校呢，来合作看看。假如你学校里面设有校园里面给你做机车停车的空间，换句话说，一部分的同学他如果享有学校照顾他的一番好意的话，我们也希望由学校里面的科系老师呢，来跟我们相关的业界来发展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助在车子上面去做一些属于车速限制上面的一些显示器。这样子你自己不会变成说超速了还不自知，或者是变成说自己是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来做危险动作。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利用科技来改善我们的道路安全。第三就是，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情，有些时候是他不查，有些时候其实是我们可以变成说让他觉得说他自己有所这个吃亏的情况下，他是不是能够得到改善。所以我们对于保险的部分呢，我们也需要来入手。当然这个部分对于广大机车族来讲，或者是我们今天保险相关的这些行政机关来讲，都是一个负担，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我们也不敢讲说贸然就来做这件事情，但是观念上面我们希望至少针对某一些项目，好，某一些项目它是这个是属于危险行为的，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它如果有这个危险行为，我们在这个今后的保费上面呢，就特别来加注，这样的话至少它自己有个警惕。下一张，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里面呢，我们希望除了是这个刚才讲说是机车之外呢，也针对我们的这一个加强驾驶人的训练。那么这个考照的部分呢，特别在这里也讲，我们从三月份到现在呢，我们希望能够来推动的就是真正的实际的路考。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大家考照都是在驾驶训练场里面，他教你说到了哪一点看到左边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打右转什么什么等等两下什么等等部分，这个其实都是假的。我们现在让他们到道路上面去真正去体验，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让台湾从我们的整个交通管理上面
和国际接轨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各位朋友可能也都，各位同仁可能也都知道，我们有一些朋友，包括外国朋友，他来台湾的时候，他有时候不能够跟我们换国际驾照，因为我们跟他没有互惠。没有互惠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他国内是要求他的驾照必须是经过路考的。那假如说我们这边没有经过路考的话，他其实不放心，不跟我们开放这么一个互惠。类似这样做法都代表说台湾整个在我们的路考的一些要求跟标准上面来讲是落后的。那这个落后不只是说是声明上落后，而是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在交通安全的要求品质上面不够严厉。所以我们希望从今年三月份开始，我们不断来做这些宣传呢，那么九月份也不断的做这些大型的观摩，希望我们明年看是不是再经过半年的努力呢，我们来全国都来推动，让这个整个路考这件事情变成是整个国民在养成交通安全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再下来，下面一张，另外一个题目呢，领域就是公共运输。台湾不管是就我们现在的人口密度，我们对于这个所谓运输所需要能源的依赖外国进口，或者是说我们的环境保护上的考虑，其实是没有第二条路，应该一定要朝公共运输来做。但是过去我们可能在建设上面呢，都是比较着重于有点间接的在鼓励私人交通工具。那么对于公共运输的部分，我们还应该来继续努力。首先当然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就是公共运输它相对于私人运输来讲呢，就不太可能期望说你一定要说是门到门，好，我出门就一定要这个有一个交通工具到我要到的地方去，一定要做转乘。所以转乘里面代表的就是每个地方在争取建设或者争取相关的中央的补助的时候，一定要认清是运量大的、需求高的，我们给予比较可以说是投资大的运输系统；运量比较不低、不高的地方，我们就要用别的交通系统。交通系统是用整合，同时透过人的适当的步行来做转乘才能完成的，不可能期待每一条路到达每个人家里面。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会使得我们在交通工具上面来讲呢，我们注意到说哪些地方是真正的核心，哪些地方可能是比较是转乘的安排，这样对于土地使用、对于都市的发展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做法。下一张。另外，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来利用，从今年七月，各位可能也清楚，我们从今年七月一号开始呢，我们全台湾这个台铁的220个车站，我们那个差不多有1000条的客运路线，以及几个都会区的公车系统呢，再加上捷运系统，全部都已经有多卡通的这个读卡机。这个就使得我们现在全台湾大家不单是不会受制于一张卡，而且可以变成说你必要的时候可以用电子票证来享受所需要的一些转乘啊，以及我们对于它的这个需求分析更多了解以后呢，这种情形下我们对于乘客越清楚，我们就越有条件来跟公共运输业者谈出最好的一些服务。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也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公共，我们这个偏乡地方，因为偏乡地方它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固定路线，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电子的票证呢，来共同推动这相关的事情。下一张。例如我们在这个下个月呢，就即将要推出的多元化计程车的方案呢，这个计程车方案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只限定于过去完全讲究颜色啦，或者其他这个费率上的这个限制，我们希望能够更活的方式，而且更活的方式也包括不是一人一车这种一次叫一个人，而是变成说他可能有分享的情形，使得对于公共运输不够的地方呢，计程车也可以相对来提供一个最后一里的服务。下一张。那么整个这个事情呢，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我们的铁路和公路在转乘跟这个优惠措施之下呢，能够达到无缝，同时整个来讲利用这些资讯呢，来把我们的不管是我们各区域所需要的整合性的中心，以及我们在这个准点率，以及它的这个哪些地方应该要做转乘的这一个安排呢，我们都能够有更有效的资讯。再来，在这个整个这个发展里面呢，我们也希望在观光部分呢，也利用刚才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来当成是台湾不只是对于这个团客部分的这个影响，我们也希望重新整顿我们的这个观光。那观光里面这里有一张简单一个趋势来表达，就是浅蓝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陆客，确实是它有一点变成是后发先至啊，从民国1996年以后呢，成长到现在大约是我们总的观光人数里面大概差不多40%，那么当然今年我们预期它也许大概会减少差不多19%左右，但是
好在我们这几年来大家同仁努力跟台湾自己的这个品质呢，我们也在很多的多元的旅客上面也有很多的斩获，所以大概今年如果完全从人数上来讲，到年底大约陆客所减少的和我们其他多元的观光客所增加的大约打平，人数上大约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并不以为说好像人数没有减少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忽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代表了过去将近40%的大陆客他的一些旅游的方式或者是跟我们国内旅游产业相关的特性呢，都应该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比重上的改变呢，应该来做产业上的转型。下一张，这个产业上的转型我们就要先来看看说，即使台湾有过去我们这个地利跟过去我们好的品质所立下的口碑呢，我们仍然要面临全世界都在竞争，全世界竞争在国际的观光趋势上面大致上是这个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全球化，我们看见大家这个从制造业来讲的话，这个一个制造的产品可能经过四五个地方去做组装才完成它的成果，那这个过程当中都代表很多商务的旅次或者是其他货运的旅次在来来往往，所以业务的人士呢往返于国际是常见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使得这个业务的人士他们愿意在台湾多停留一下，就可以创造很多高消费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在全球化上面他们代表的是高端高消费力。我们怎么样争取这一群人？第二，我们在这个数位化的发展之下呢，我们看见的是网络媒合，包括是不管是行方面的 Uber 啦，或者是说在住方面的 Airbnb 啦，都是变成说他其实没有拥有任何一个你以为他的这个车辆或者是旅馆，但是他媒合这个以后呢，他在中间可以掌握很多资讯，不断的去做行销跟价值。那么这样的一个网络媒合之下呢，也因此使得包括航空业廉价航空公司其实相对来讲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机会呢才发展出来的，他不需要自己再养自己的飞机，不需要再养自己的这个驾驶，他就是用等于是网络上面来做这些事情，顶多他只有在广告上面呢做一些网络上面行销。所有这些事情数位化的时代，我们对于直接对台湾的旅游业的冲击呢，就是显然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恐怕现在很多大家都直接用网络上面去订你自己的行程了吧，很少人再去找旅行社了。那我们这么样 大量的旅行社以及相关的靠团客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相关的产业如何转型？那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变成是说数位化上面我们变成一个输家，反而应该来帮助他们去做转型。第三呢，对我们观光局来讲更重要的挑战就是必须要认真的理解到说是越在地越国际，每个人到台湾来他想看见的东西就只有台湾才有的东西，他才会不远千里老远去帮你去做这个定位，他不是在乎说来到台湾看见的或者吃的东西是跟他在什么不管是英国或者是什么巴西吃的东西是一样，看的东西是一样，都是高楼大厦，有什么特色呢？越在地才越国际。那过去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耕耘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希望我们要做生态或者是要做这些比较微量但是变成是持续性的一些特色经营，才能够产生用小旅行的他们的消费额来代替过去大量旅客所带来的不管是好处或者坏处。这三个趋势之下，下一张我们希望能够首先来做的事情就是必须要做产业结构上的这个转型。所以我们在说过去我们中央不管是观光局或者是观光局下面的这些风景区管理处，我们基本上是资源在中央比较多，可是真正如果要开拓地方的话呢，必须要靠地方整个认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帮助地方不管是在他的人力或者是资讯上面来帮助地方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这个通讯和他的管理，所以服务靠地方。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遍的行为呢，我们也希望它是朝着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管那么多的业者，我们只有希望说是用品牌化来希望它内部有自律，而不是完全靠他律或者甚至于靠法律来做这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个品牌化的建立呢，是我们今后要加强的。我们过去只对这个他们做一般性的这种审查或者是给执照，但是我们对于他的真正的服务呢，我们并没有在所谓的讲优汰劣这个上面呢让消费者知道。那只有让消费者知道才能够建立品牌化。再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不要那么强调团客而慢慢转移到这个自由行。下一章，在产业转型里面我们分别有一些针对不管是旅行社业者、旅宿业和游览车等等，我们通通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做法。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不做一一的报告，不过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报告的可能就是我们针对
像导游的部分呢，我们最近对于这一种属于是东南亚语系的这一些这些学生也好，或者是具有这方面训练的一些同仁也好呢，即使是他现在还没有考得导游的这个正式的执照，我们都会来特别的来开辟一些媒合的机会，使要做这方面旅行导游的这些业者呢，来聘他们这些人做助理导游之类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来帮助我们这个相关的新南向之下，我们这一个可以善用台湾这边的一些具有这方面语言这个能力的人来协助我们开拓。游览车业者呢，确实在最近来讲，已经有好几次表达他们希望在他们纾困上面的一些作为，那我们会尽力来做协调。不过我们也希望游览车业者大家共同来认知，其实在整个这个不管是团客的影响，或者是现在整个大家对于这个资讯开放以后，可能多数人都越来越采用自由的方式去这个做旅游啊。那么游览车的整个的未来的远景，我们也希望业者共同来面对，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去过渡。但是首先属于驾驶的部分呢，我们也希望在这里来呼吁具有游览车驾驶执照的朋友们呢，那么希望来也参与可以考虑到大客车的业者哈，因为大客车这边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大家对于休假的尊重之下呢，我们其实这方面是有人才荒的，我们非常期望这两业能够来共同合作。下一章，在这个方向之下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几个市场，包括说是我们在需求方面怎么样的来去做刚才讲的数据上的分析，同时我们在免签证之下来开拓我们的新南向的市场，那另外再来把我们地区上面的这些，包括是在南部的话的南进南出，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希望包括中部地区啊，很多这个委员也在关心说是不是善用清泉岗机场，以及我们在台中港这边也在争取一些邮轮的停靠，类似这些事情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让它变成是分区分流的方式来办理。下一章，那么这些方向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开始的呢，可能就是除了开拓未来的一些产品以外，马上能够来进行的就是对于冲击较大的一些行业，我们来帮助他们，比如说做一些转型，同时我们来协助相关的这个洽相关部会呢，来帮助我们国内旅游。这国内旅游里面，特别是针对我们有一些地区，他们在这个团客影响比较大的话，我们就首先来协助他们。下一章，这里面的协助呢，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要强调刚刚所谈到的，只有发展在地特色才是真正的机会。所以这个情形下，我们希望目前不管是在农委会、内政部，或者是其他像这个环保署所都有一些他们各式各样业务之下所开拓的一些跟社区合作的一些促进产值、促进交流的活动呢，通通把它整合起来，希望能够变成是地方上面的一些亮点计划。下一章，这些不管是前面所谈到的安全、公共运输，或者是我们的观光，如果我们对于状况不了解，都是假的。所以交通的资讯不单是从消费者来讲是无所不在，我们都可以找到呢，对于交通部也应该把过去所建设的这一些成果，或者是现在透过我们的数位化时代所可以给我们的整合机会呢，我们来把握。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包括目前我们所有已经有的关于 eTech 在车辆上面跟它和道路这边所做的定位呢，其实可以让我们对于高速公路上面的很多的不管是车祸或者是路况呢，都可以有完全的掌握。同样的，我们对于公共运输部分刚才已经谈到了电子票证，也可以使得我们来更多掌握。以下我们就一一来做报告。所以我们有了这些资讯之后呢，我们不单是可以在安全跟公共性上面来加强呢，我们也透过这些无所不在的这些物联网的这些通讯的资讯，以及进一步的大数据的分析呢，可以来进一步掌握准确的政策跟有效的服务。下一章，我们这个上面建构交通的资讯里面呢，除了是我们已经掌握的资讯以外，相当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通讯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这个通讯的平台呢，交通部也等于是在国家的这个工作分配上面，我们有邮电司啊，邮电司他们在负责这个我们的频谱的分配。那频谱分配上面，现在大家就在希望能够对于我们即将要推出的智慧运输呢，希望它有专用的频谱，这样的一个专用频谱就可以使得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些通讯的联系上面不会落掉，不会这个丢掉，
或者是说会不稳定，我们希望这些地方都慢慢的能够来改善我们整个通讯品质。那谈到这个 ITS 呢，也是下一次跟交委会在报告我们的这个今年的预算里面呢，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新增的项目呢，希望能够替利用现在更数位化资讯呢，来专注的把我们的交通透过智慧的管理。下一张，这样的一个资讯应用呢，我们大致上有三个地方可以来做报告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E-Tech 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所谈到的，不管是高速公路现在的管理，包括这个坦白讲跟各位报告，我们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啊，曾经做了这个夜间收费要维持，那么当时当然有很多委员觉得我们应该要多跟民众沟通，我们也在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教训了哈之下，我们其实缓办了，在这个中秋节我们又再继续办。但是我们以往对于究竟有没有发生分流效果，以及我如果要来做这个收费与否，我对于这个拥塞情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可是现在有了 E-Tag 以后，我可以完整的掌握这些资讯，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对照，当你收费会变成怎么样，不收费会变成怎么样的时候，这些资讯都可以变成说是一个真正的评估。那这些东西都是有赖现在的资讯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那多卡通的这种相关的好处刚才已经报告过了。那么地图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你假如说对于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要选择最佳路径，你没有这些地图的资讯，一般人的导引失效之外，对于我们要来加强服务的时候也会变成落空。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一个南洋平原啊，这个假如说陈委员说关心的，我们南洋平原可以走雪隧也可以走台九，那你究竟走哪一条路比较好呢？我们就可以在地图资讯上面有效掌握什么地方它的行车时间是如何，马上把这个资讯跟大家来沟通，大家选择最好的方式。类似这样的事情，下一章就跟大家来报告。整体来说的就是我们整个交通的工作当然是必须是从建设和管理以及跟民众沟通上面三者没有一样可以松懈的，但是过去我们从建设上面花的精神比较多，那么我们还是会在这个上面继续来做相关的这个工程，可是光做这个工程没有达到服务太可惜了，尤其现在已经有这么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资讯，透过我们对于一些重点性的，对于像安全或者公共运输以及观光上面共同来转型这个向社会呼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引透过各位民意代表的给我们的支持跟了解呢，我们来加强和民众以及相关业者的沟通，希望我们这一个从建设转移到以服务为主的这个交通部的转型，反映在预算也好，反映在我们今后工作上面大家给我们的指教也好，我们都愿意朝这个四个大方向上面来努力。谢谢大家。好，谢谢部长的业务报告。交通部有另提书面报告啊，请列入公报记录附件。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询答时间，本会委员8+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委员发言登记截止。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林委员进线发言。谢谢主席，本席邀请部长，贺成部长，请贺成部长。林委员好。部长，首先肯定你刚才的施政报告。谢谢。大概是使用 PowerPoint 啊，用电脑的荧幕画面，让你的报告更精确啊，也更生动活泼。谢谢。刚我听到我们在场两位资深的立委，陈委员还有郑宝清委员，说他们在立院多年啊，大概第一次看到有部长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施政报告。不敢当，谢谢。那表示说你对你的内容要更掌握了。对整个报告的节奏啊，表示你也有用心啊，你进步啊，大概对立委也是个压力啊。不敢当，谢谢。但是我还是要询问你刚刚提的四大施政的方针之一，我想请教你观光的问题。是，我们周局长是不是在现场？观光局。那根据贵部的最新的资料啊，我们今年1到8月来台的国外观光旅客啊，有714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期还要增加6.4%，创造的外汇收益啊
突破3000亿台币，大概3100多亿啊，比去年同期增加190亿台币，是不是大概这样的数字？对，没有错，我们所掌握的资讯大概也是这样的。好，那我请教哈，来自韩国的旅客有增加吗？有增加。日本也增加，大概可以到年底预估大概增加20%左右，增加20%哦。韩国大概可以增加到更多了，30%。对，将近30%。然后都增加。马来西亚，我们是增加东协，对东协十国的部分。新加坡是增加，是欧洲、美国，都增加，稳定是。大概唯一减少的，就是来自中国的观光旅客嘛。那刚刚部长的报告里面又提到了，预估如果今年陆客减少的人数啊，大概来自我们世界其他的国家地方来到我们台湾的旅客，大约可以打平，是不是这样子？差不多这样子。好，那我请教啊，陆客预估今年会减少多少？大概比例上，差不多18点多，差不多19%，19%，19%，几乎陆客预估会减少20%了。如果陆客一年来台湾大概400万了，是不是这样子？差不多。那减少20%，大概减少80万，差不多。那也就是啊，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到我们台湾的旅客啊，我们必须增加将近百万人次哈。现在差不多是80-80啊，差不多我们预估大概是这样子。做得到吗？看这个趋势，除非是在中国大陆这边有更可以说是不合现在趋势的做法，不然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大致上掌握到。那是因为啊，来自中国的旅客减少，所以呢，来自其他国家的旅客就增加，这个有没有连带的关系？应该没有，这个基本上应该是这么多年来台湾在整个包括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观光的我们本来就努力的在。希望让世界更多的国家的人民到我们台湾来观光旅游嘛？是，我们本来就做这样的努力了哈。是，不是因为陆客减少，那其他国家地区才增加嘛？那陆客的减少啊，当然主要是因为政治的介入了。我们有改变观光政策吗？我们没有。我们有不欢迎陆客吗？没有，我们努力开拓多元，但是并没有忽略。所以陆客的减少，就是政治来干涉观光了。政治来干涉经济活动了，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以商逼政的味道，部长您看法呢？对，我们也并不希望这个国民旅游这件事情被这个政治介入。好，那我再请教啊，继续来再好，那我请教部长。那我现在听说呢，那中国啊，准备来筹组啊，所谓的蓝营啊。就是承认九二共识的县市啊，这个蓝巴旅行团专门指导啊，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这些县市啊，来做观光旅游，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有听说，然后也晓得在这个中国的媒体上有看见这样的广告，所以确实会有这样的旅行团到台湾来喽。不过据我们所知道，这个广告已经下架了。就表示说，他们可能初步试探一下，也许在组团的这个成果上，还有这个相关的时程上面，会不会并不适当？所以他们现在并没有再继续宣传。所以，周局长会不会比较了解一点？会不会有这样的旅行团？部长刚刚所说明的就是已经精准的表达，但是我觉得有两部分，你认为不会有这种蓝巴旅行团，也是市场机制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市场运作的机制。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旅行团呐、啊，那我们觉得就非常的遗憾了、啊。那这些陆客啊，也觉得我们也为他感到可惜了。台湾是多元颜色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啊，花了时间金钱到台湾来旅行。应该要到处看看了，是，所以你们现在预判这种旅行团不会成团哦。眼前他原来所登广告那个部分没有再出现，但是也许还会有其他的旅行社尝试别的一些组团方式。那如果有这样所谓的蓝巴旅行团到九二共识的县市来，那更是政治来介入了。是的，那不然怎么会有这种旅行团呢？是，是不是这样子？是。好，所以我们现在预估判断并不会成型啊。对，
我们也希望还是持续的跟他们做最平时的沟通，就事论事的安排，对于在来台湾可以产生最好印象、最完整收获的旅行。没有错哈，我们希望欢迎世界各国的民众到我们台湾来玩，我们也同样欢迎来自中国的旅客继续到我们台湾来旅行。是的，是这样子哈。是的，好，局长。那我现在要跟你请教一些就比较关于我们台南市哈，我们地方有几项事情啊，我跟交通部长啊这里来讨论了。好，第一个，之前啊本席所争取的我们台南市啊市区，尤其是安平区跟中西区啊，这个双城啊所谓的历史区哈，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申请民宿。过去我们民宿的申请必须要在都市计划区外才可以申请，所以造成呢，台南市这几年的观光啊蓬勃的发展，在安平这种台湾历史文化的起源地啊，还有中西区，就全国家一级古迹最多的地方，那几百家的民宿啊都没有办法来申请合法，也造成台南市政府没有办法依法来管理。那现在哈，我们肯定交通部啊，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法规哈，已经有做修正，所以让台南市政府啊，可以合法来要求这些民宿业者啊，我们有法可以管理。那这些民宿业者呢，也依法可以来申请合法的执照啊，不必再非法躲在地下来经营了。这个我要肯定你。另外，关于啊，台南铁路地下化。内政部已经通过了这个都市计划，那我们希望啊，交通部这里，那这个工程尽速能够动工，地方啊期盼多年，对台南市未来城市的发展啊非常重大的一项建设了。我不知道部里面这边啊相关的工程师做了，希望能够加快脚步。好，我想这个在8月9号这个内政部通过以后，我们也在朝这个方向，是否让这个胡局长？好，没有，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动工？我们正在筹备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工相关的作业。另外在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动工？这部分我是不是待会再跟委员另外报告？好，我们希望啊，这个工程既然已经完成整个所有的这个法律规范的申请了。也都通过了，应该尽速来动工了。那同时，我也跟部长啊，来，第一个铁路地下化在当年通过的时候，因为是分台南市跟台南县，那时县市还没有合并，所以它的这个地下化的工程是属于原来台南市的，所以它并非很完整啊。我们现在希望啊，交通部能够支持，让这个地下化能够延伸到永康，因为永康是台南市37个行政区里面的人口最多的。善化吧，所以我们现在台南市政府要提出了，希望地下化能够延伸到永康，然后经过永康到新化改采高架。我希望部长，我们交通部能够支持台南市政府这样的一个长远规划。是，因为当时他这样的计划通过的时候呢，台南市是县市分治啊，所以他并没有非常完整一体的一个申请。希望部长哈，现在大概台南市政府会紧密的提出这方面相关的一个申请计划来。对，我们的了解是台南市政府正在作业。那同时呢，现在曾文溪大桥的计划，曾文溪大桥大概就是台61线，就是所谓的西滨快速道路了，它断掉了，唯一的断点就在曾文溪口。那现在曾文溪的大桥，这个大桥如果做好以后啊，做西滨快速道路，它都可以接到啊2等7号，那等于呢整个台南市啊一个动脉啊。就可以接起来，因为等于西滨快速道路经过曾文溪大桥接到2等7号，它可以再接到国道1号、3号、8号、84号等等。这个工程对台南市非常重要。好，目前大概下个阶段进入到环评哈，可能是准备做环评的，是不是这样？是。好，行政院已经核定，所以下面就是找环评。好，那我希望这个对台南市整体，因为县市合并啊，它的交通规划上啊，先天就会比较不完整啊，因为以前一个县政府一个市政府考量会不一样，所以这些对于啊县市合并台南市这种直辖市啊，最重要的交通建设几项，我希望部长能够尽速来推动。了解，好，来协助我们地方的发展。好，谢谢。好，我感谢主席哈，也感谢部长啊，感谢各位局长。现在请郑宝清委员发言。
好，请部长。部长，这个立委案第一个用这个 PowerPoint 来做简报，你是第一个部长哈，恭喜你开始改变很大的进步跟观念了哈。不敢当，不敢当，因为行为是观念才是主人了哈，行为只是工具。谢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部长开始在改变观念了，很高兴哈。来，部长先请教你一下，刚提到蓝巴黎了哈，那个蓝巴黎里面啊，其实他们现在都讲20000块嘛哈。就很清楚了，这个就是低价团嘛。那其实啊，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低价团啊，在很多国家都是禁止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免洗筷之礼嘛，来一次他就不来了嘛。为什么花很少钱要买很多东西？所以部长，在这方面，我们交通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措施、治理措施来预防这些低价团？首先，当然我们是对于他们的游程做更完整的了解。那其次，我们会来跟相关旅行社，他们如果有意在这个上面再进一步了解的，共同合作，看是不是能够把他们的游程尽量能够加惠到除了是所谓的八县市之外其他地方，让整个游程是比较合理，而且能够产生波及效果。那么至于说他能不能够组成呢？我们倒觉得说是还是秉持刚才跟林委员的报告，就是我们希望整个游程是能够看到台湾更丰富更完整的一面，那么不要太偏废。对啦，所以这个就奇怪了齁。欸，中国一直讲说我们跟他是兄弟之邦，对不对？什么两岸什么什么血浓于水一家亲，结果他也没有限制他的国人到日本去，到韩国去，竟然限制到台湾来。欸，我听你说这真恶意，对不对？对，他就不友善嘛，对不对？是是是，我想他不友善，人民更讨厌。像他们这个蓝巴黎啊，说这个要到蓝个8个县市，其他不去。那他到台湾来不去看101，他们最喜欢看的蒋公公园，那这怎么办？是要把桃园的这个铜像通通搬到苗栗去啊，部长？对，我想这个都代表他们这样子的话来的话，一定会有相当的遗憾呐、啊。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旅程，他们最主要说他对台湾哦态度不好，台湾人民更反感呐、啊，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啊、能够怎么样创造两岸共赢、双赢才重要、哦、是的，是的。刚提到讲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彼得·杜拉克特别强调，时间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如果不能够管理时间，其他就不要管理了啦。我请问部长一下，那个桃园的铁路地下化、哦、最后就是我们的最终神，交通部的最终神，多久会完成？我们现在已经在跟桃园市政府对很多细节讨论过以后呢，我们预定在一个月之内啊，那么来召集这个最后的这个复审，等请这个相关的专家委员呢帮我们复审完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按程序来提报到这个国发会和行政院。就是一个月之内会完成。一个月我们来也会开会了，我们开会完成。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来望。我想部长希望哦卖个跳票了哈、哦。时间很重要，可以很谢谢你哈、哦，能够加快这么快的速度哈、哦。接着我请教部长一下哈、哦，就是那个我们知道这次啊，这个长荣航空啊，因为我们交通部没有规定要不要飞，由交通部由这个航空公司自己决定，所以啊，现在啊，这个长荣航空啊，在下降的时候正好做台风，那很多人啊，报纸登说很多人在飞机上念经，在算活珠。在做祷告，祈求天上的众神能够保障、保佑，能够平安落地啦。哎，部长，这个我们要不要定个办法？要不然这样就任凭这个长荣航空或者其他一家航空公司来决定要不要下降。部长，你的看法是怎样？我的了解，这个相关的客观技术是有规定的，但是也有一些主观上的判断啊。那么可能民航局可能会说明的比较清楚一点。来来，是不是请林局长说明？来。不要让旅客啊，就是写遗书在上面拿了。包委员，我基本上航空公司能不能下来哦？我们塔台的部分会给他几个资讯啊。第一个是在地面上的风力跟风向，那它的侧风它会自己换算。第二个是跑道是不是有净空啊？那第三个呢？它是不是跟前后机的隔离有安全的隔离？那这样子，这些航空公司的驾驶员在空中的时候，他必须要决定这架飞机的耐侧风能力是不是能够承受，那他就会自己决定要不要下来。
所以目前国际上的作业跟我们目前桃园机场作业都是这样子做。那您刚刚提的那个议题就是说，这个公司是不是预测的比较乐观啊？他对天气的预测是比较乐观，所以他提早让航机到了我们的上空。那但是台风并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离开，所以他在空中 holding 的时候，就必须依照塔台的指示给他资讯。那因为每一架航机在我们整理的资料里面，这些航机都是大型航机，它耐侧风能力可以到30海里。那所以我们会逐一来查，不是这几架飞机是不是有超过的部分。但是基本上我看您也各位都有看到这个长荣航空公司自己，但是只有长荣航空，为什么别的航空公司都不敢下来呢？是只有长荣比较勇敢。我跟委员报告啊，那个其他航空公司我们在当天早上有要求他们做比较保守的这个签派作业，那其他航空公司后来他们决定半夜十二点以前就不飞啊。那长荣呢是在后来觉得他们认为根据气象的顾问给他们的资讯，认为可能可以离开台湾，可以离开，所以有一点过于乐观了，所以这一点导致他们后来过于乐观，结果旅客皮薄菜是。那旅客有没有权利去记者说你要上你要飞我不我相信有这个权利吗？长荣这次应该有得到一些不，我说旅客有没有权利记者说我不做？旅客因为已经在机上了，不，如果说要飞上去的时候，可以的。OK， 我们同仁说可以去接，但是基本上他已经在不，如果说他还没有坐飞机的台风来，他又要上又要飞，他可不可以拒绝？他有没有权利拒绝？有没有保障他的权益？可以啊，好，好，来，所以鲍委，我们还是会要长荣，我想我们要把所有航空对，我想哦，这个还是要定一个比较清楚的标准，我们会来跟他们沟通，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来，部长，然后再请教你一下哦，那个长荣啊，主工会我们交通部的立场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都相关的啦。长荣现在主工会部长，你赞不赞成？我想这个我们并没有特别立场去反对。那么对工会，应该是会帮员工、劳工来争取相关的权益，我们也乐于见到。好，部长，我现在请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虎航的问题了哈。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报告里面特别叫廉价航空兴起，对不对？对。这是你的报告嘛？是。你的报告非常清楚哈。那么这个廉价航空兴起，但是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中华航空啊，投资了一个虎航，对不对？对。部长的话，现在华航已经骑虎难下，你知道这个事情吗？对，他们有连续三年的亏损，我有了解。不，而且亏损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如果说这家公司亏损无所谓嘛，刚开始嘛，哈，我们可以接受。但是那个趋势，我讲说啊，一个管理人，他考虑的是，公司的获利状况或者亏损状况。但是一个领导人他考虑的是整个趋势嘛，哈，我们可以看到虎航啊，这三年来我看从亏2亿，第二年亏5.8亿，第2016年啊预计要亏8.14亿，所以亏损速度越来越严重。伯丁，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想这个当然有主客观的因素了，那么相关的事情是不是让华航这边来说明会比较清楚？来，华航说明一下。来，快点啦、啊，好喂。那个这样子哦，虎航亏损的原因呢，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这个廉价航空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啊。那虎航因为当时它的那个商业计划啊，它的收入呢，跟实际上的收入呢，大概只有六成。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存活，为什么要投资？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查了结果啊，我们已经查过了啊，那这里面有蛮多的缺失啊。对啊，我现在就很奇怪啊。他们就占一席，新加坡航空只有占一席，结果他既然可以决定占90%的华航要做任何事情，他都有否决权，有这么上前入国的条约吗？啊，这个部分因为当时不是我们签的，但是我们查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不，对方就是靠我们跟他租飞机就赚了2亿了嘛，这干不斗笠，保定啊，这个要不要去监督一下？这个华航在这部分的投资是这个，因为航发会这边他们是直接的这个他的股东哈，但是我们会洽请航发会相关的董事来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时我们也对于今后它的发展呢，我们会从主管机关的角度来关心跟进一步的查证。对啊，我现在讲说啊，保定，这是足奇怪，你现在虎航做不做？
也不是我们决定的呢。哎，新加坡他们有什么？有最后的火结权呢？他讲说要继续做要做，他讲不做就不做嘞。哎，保定你可不看这足奇怪，一只趴，一只十趴呢呀呢？我们90%的股权不能决定。对，这个一定是当初大家在这个合资的时候的一些条件上的这个讨论啊。那我们也应该再来了解当初这个讨论背景是怎么样。所以部长，这个吼、哦，廉价航空不成功，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第五航权的谈判权，第二个我们又没有专属的廉价航空机场，所以造成了经营上的困难。所以部长，我想只要紧出力了吼、哦，好的，快刀斩乱麻吼、哦。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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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陈欧珀委员发言。啊，谢谢主席，请邀请贺陈部长，请贺陈部长。哎，陈委员好。啊，部长好、哦，我在第八届、第九届呢，大概有600多次执行发言次数了。啊，也是立法院最高次数的一个委员哈、哦，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委员用 PowerPoint 的方式来做啊、这个啊、简报程式，部长对啊、哦，所以我觉得跟你表示嘉许了哈、哦，不敢当。那刚好昨天哦，我跟郑宝清委员啊、跟其他委员开了一个记者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林权内阁呢啊。到现在只有4个多月，而且是在改革的一个阵痛期，啊，虽然有些啊用人不符合人民的期待呢，但是我们应该给你们更多的期许，啊，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啊把人民的这个期待呢，啊，就像诚如蔡总统所讲的，把人民的问题能够解决，啊，那我们不希望说隔魁的频频的更换呢，导致人心的不安，啊，那对政治来讲。啊，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哈、哦，所以，我很期待说哈、哦，交通部的人事呢也能够，做局部的调整哦。那当然，在你的主政之下，我们知道很多的啊、这个部门的首长，还有国营事业呢也做了调整。啊，刚刚个郑宝清委员特别提到虎航啊，从这个虎航这个事件哦，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过去的交通部是有些很大的问题啊。我待会还在举阳明海运的事情，让你了解。哦，如果说交通部的这个过去的官员是这样的，啊，把国家的这个公器、国家的资源呢，啊，任意的这个，啊，这个对啊其他国家的一种所谓的上权，然后影响到整个国家财务的一个运作，啊，所以报纸想说这个虎航呢，根本就是上权辱国了。啊、哦，18亿的股本亏光光之后呢，未来我们知道它会继续亏损，但是你没办法止血，那未来就变成无底洞。部长，这个问题你好好去思索哈。今天我不是要问这个问题，我是刚刚听到这讲啊，我要跟你提到那个更严重的问题哈、哦。部长，我的 PowerPoint 里面呢，这个是来看下一页，这个是台北的货柜港。哦、台北货柜港还有各港口的货柜港啊，的货柜厂，这个整面看过去的，那个部长是，你看到这样的货柜厂少了什么东西？有看到长荣的，有看到万海的，就没有看到我们阳明的。不相信你来看看下一场，基隆的也是一样。哦，为什么看不到阳明的货柜？因为阳明亏损连连，为了拼现金，把货柜全部卖掉了，然后呢，再租一些货柜回来是零星的，那么租回来一些货柜来充场面，我们到现场根本看不到阳明的货柜。一个国营的大股东，你交通部这占了37%的37%的股份，这。货柜跟船都是用租的，真的不像话了哈。那个部长哈，如果你再去看一看哦，我不晓得部长现在我们的阳明海运董事长是谁？是谢董事长。什么名字？
谢志坚。谢志坚嘛，总经理是谁？总经理是林文，林还没通过，好、哦，还没有通过，还没通过哈、哦。这个就是阳明海运的官方网页，你去手机打开。手机不支援，没办法查到这个人。后来我上电脑，出来是这回事，就这两张。董事长，你就职多久了？跟委员报告上个月。上个月对。那你现在总经理是谁？假如在明天董事会通过的话，是林先生。林哪位？林文博先生嘛哈。他是原来你的财务长，是的。那我请问一下董事长哈，公司的治理，我其实我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你的董监事是谁，看不到你的资料，你我麻烦你回去看过看一看，你们长荣原来你的长荣的公司也不会这个样子了，这个是国营的哦，好。这个网页报告委报告员，我回去马上改进。我要除了网页之外，我要探讨过去的一些事情哈。好，阳明海运呢，过去亏损连连哈，那近几年来呢，又大卖货柜啊，把所有的东西的能卖的都卖了哈，然后呢，花了20亿美元订购了20艘的大船，那如果连同租金的话，大概是1080亿，啊，这样大手笔的购买，来船来做这个做处理啊。最近我听说还想把高明货柜码头公司卖掉，是不是有这回事？报告委员，关于您刚提到了二十亿，实际上这些20条船是租的，不是买的。那么这个租的这个价格呢，是在目前这个租船的这个、租柜子的行情算是最低的。哦，21亿是，我不知道这资料哪里来的。我们是租船，没有造船。哦，租的嘛哈，你们船卖掉了，那现在租大船回来用嘛，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好，部长，我要让你了解哈。还要请高雄港务公司吴董事长哈。港务，台湾港务公司是交通部所主管的，国营的啊。然后呢，我们阳明海运呢，啊，过去就有两家公司呢，啊，这个投资第六货柜中心。然后成立一个高明货柜码头公司，啊，美国的 PA 公司呢入股10%，日本的 NYK 公司呢，啊也入股，然后大陆的中远集团大概30%，所以呢中珠入股是大股，这家的人士虽然是号称我们的子公司，这家公司的营运人士我们能不能掌握，董事长？据我所知道，我们的高明货柜公司，我们阳明还是大股啊。那个中原可以掌握吗？可以掌握，可以吧？哈。可以掌握，报告委员。好，那地西货柜公司呢？啊，这个杜拜，我们去找杜拜环球金融操作这个家公司呢？我们营运公司请他们来揽货，我们去业者跟我们反映，他根本没有揽货的能力。没有揽货的能力，将来成立高雄洲际货柜码头公司的话，国家花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会造成哦蚊子码头？第二个会不会以民争利的问题啊？这委员，我跟您报告，第七货柜中心现在还正在这个整个筹划当中了。那这一个所谓的因此而成立的这个洲际货柜码头公司也还没成立。这个上个会期的时候，我们把它制止暂停了。哦，这个整座位我们就详细评估哈。是，那个部长，我要再提醒你哈。是，上一届的董事长任内大概7年多，因为他个人的领导，让国家亏损了338亿。部长，338亿哦，这个人有没有责任？我们现在有在请这个阳明公司对于过去的亏损做一个整体的回顾跟检讨。这家公司呢，现在哦，
已经跌落到股本了。如果倒闭清算的话，我们还负30亿耶，还要再亏30亿耶，清算掉的话，我不希望我们的阳明海运在你的任内，我们的任内变成这个样子。了解，我们正在努力。好，那我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全球这个海运30年来面临很大的一个风暴哈。那市长现在点名就是说，阳明跟香港的东方海外及日本的三大哈，就是商船、三井跟日本游船跟川崎汽船这个哈，是将来未来要被整顿的一波了。我在提出这个警讯了哈，我希望说我们这个新任的谢董事长能够注意这个问题。那不景气的时代哈，这个优胜劣败哈的竞争，我执行有个特色，就是我提出建立，你们参不参考你们的事情呢？谢谢。我认为哈，你要去分析整个国家呢，他们现在有国际形势的积极作为跟消极作为，那我们台湾是属于毫无作为。积极作为就是要跟中国政府，他们把中远跟中海两大航商呢，这个合并，然后抢进全球第四大。消极作为就是把他这三个人删减一些船只，过度困境。那我们阳明现在什么策略我不晓得，我希望下次能够看到阳明的策略。再过来，我建议了，因为董事长来自长荣嘛，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呢？让长荣跟阳明来合并呢？然后这个我相信可以至少可以占第五名呢，甚至我们还可以挤下第四名，全世界第四名哈。那合并后的长荣跟阳明呢？我们希望跟台湾港务公司大家合作，把饼做大，而不是在国内呢，只有在国内市场竞争，我们把它带在国际的市场。我们现在新南向市场有很大的市场呢，我们一起来努力，不要让国内的业者呢，让到我们这个国营的公司自己是房东，跟他收管理费、收租金，自己要下来跟他竞争，我认为这没有道理的了哈。是，我希望说期待哈，这个新任董事长，我对你有很深的期待了。虽然这家公司将来盈利是很困难，但是我们希望说，你的努力哈，我们能够看得到。谢谢。我们来努力，好，谢谢。现在请李鸿钧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邀请部长，请部长。好，李委员好。其实前面我们两位同仁其实提的就是针对我们国营事业他长期他的非常诟病的地方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大家所在争议的虎航我跟部长说明是这个在交通委员会，我如果我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印象没记错是103年，那时候华航准备要跟新加坡航空要开始组虎航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反对他们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因为那时候已经内部传出来，就是说今天我不只是要租新加坡航空的飞机，而且他只出10%，然后更何况主导权还控制不了。其实这一些的话，都是当初华航准备要来组虎航的时候，我们在交通委员会就已经讲出来的话，可是他还是一意的孤行要做。那这个就让我们回想其实长期在国营事业，特别是这样，像我举例，像华航，每次一个新董事长上任的时候，就开始试购的开始编整机队。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时候为了要应应两岸，那时候的飞机究竟要买美国的波音，还是要买法国的 Airbus？ 那可是这是一个中程的，可是各方的角力进来，结果一个转弯。结果本来说就转弯要去买美国的，后来又因为我们在交通委员会大肆的出声以后，结果他又来了各买一半。那今天虎航的问题，你看到他现在这个整个的这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也奈何不了他，是奈何不了他，是奈何不了当初的决策者。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就像当初航发会投资高铁，一个命令就动了，结果整个华航的整个的一个财务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整个累积的亏损的问题，然后这个承担者永远不需要去承担，然后都到最后都是由部长这边来，啊，部长这边来戴个钢盔，然后顶一下，然后就过了，新闻过了就过了，可是后面的追究有没有去追究？那这个我是觉得应该要把这个追究要把它追究出来，未来不管任何的政党轮替，只要在任何的国营事业做重大的政策，你只要是违背而去损害到我们国家非常重大利益的话，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受罚的，而不是为所欲为嘛。从这一次的虎航事件可以看得出，就是为所欲为嘛。啊，部长你怎么看？是，我想最主要的当时一定是对于形势上有一些判定大概太乐观。那第二，当然在我们过去这个国营事业相关的一些监督上面，我想我们也应该多多的来。没有啊，现在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追究这个责任嘛。好，这件事情我刚刚为什么提前面，就是说当时一定有它的背景，这个背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当初所谓的这个具有这个董事会里面比较高的这个否决权，到底是有没有什么项目上的限制？这不是单一否决权问题，这是经营策略的问题。对，这个项目上的限制先了解以后，才能够晓得哪些方向我们还有机会再来努力。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督促。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部长，把这一些资料收集了以后，移送前调嘛。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嘛，这本来就应该要移送嘛，那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动作出来以后，才能杜绝后面的继续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嘛。你现在虎航号称廉价航空，他飞日本多少钱你知道吗？不清楚。他现在飞日本的票价，羽田的票价1.2万，12000块，这叫廉价航空啊？他飞沙巴的单程也是11000耶，这叫廉价航空啊。所以今天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为他们做所谓任何的辩论也辩护，然后我是觉得应该是交通部这边应该是立即的彻查，好好的彻查一遍，这个把这个问题抓出来了以后，真的该办就是要办嘛，是，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这个已经长期已经烂到底嘛，一而再再而三嘛，这个已经那时候要组的时候一而再的警告他们，绝对不可以做，绝对不可以做，还是一意的故行，你奈何不了他。那奈何不了他，结果做出来的事情，结果他现在大家屁股拍拍走人，反正我也不在位置上啊。可是这个屁股是谁来做，谁来擦，对不对？那同样的问题，今天虎航我跟部长讲，一定要好好的去彻查这个，好不好？好，好不好？是相对的同样问题，刚刚也提到，你说飞安，那你现在当天台风天，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当初的澎湖，究竟降还是不降？那刚刚民航局长的说法就是说，你是侧风30海里，顺风10海里，哦，大飞机，这是大飞机，然后能见度300公尺。这是一个标准的 SOP 嘛？那我问你，这个的判断是谁在判断？是机长判断。如果照现在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机长判断？包伟，我请林局长说明。是包伟，那个我们给的资讯是风力、风向还有净空。对。那机长必须根据他的机型。所以我现在你就回答是不是机长判断嘛？你一句话就好，给我扯那么多时间，本来有12分钟，现在变10分钟而已。不好意思，谢谢。机长判断，那机长判断哪那么巧？那一天全部天上全部是长龙的，那机长怎么去判断？这表示是公司在判断嘛？委员，我刚跟您报告过那个没有嘛？你现在不要跟我，也不要替谁辩嘛？你从这个逻辑就可以看得到嘛？为什么当天的天上所有的飞机没有别家航空公司？可不可以降？是机长在判断。是。那为什么当天所有在天上盘旋的那些飞机全部是长龙的？我刚跟委员也报告过，他们公司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们要回航。那就对了。
那是公司在判断还是机长在判断？那你公司的判断力已经凌驾过机长的判断力，那就不对了嘛。委员可能应该更精确的讲，公司的原则是风力，它一定要符合公司的规定。你现在民航局给我现在的答案，就是说我的一个 pilot， 我在驾飞机，我知道我这台飞机的机型，是我知道该有的侧风、该有的顺风、该有的净空、该有的能见度，我机长是最准的判断嘛？了解。那你公司凭什么去干预机长？公司只给他们一个要安全回航的指令，但是他在做这个当下的决定要根据。局长，你不要再变这种问题。所以部长，这个就是症结的点，这就是问题的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就是变成就是说，你今天的我们的飞机的起降，这个公司已经凌驾在机长他可以判断的问题了嘛？这个才是最大的症结点嘛。我想确实公司在这个上面一定有比较过于乐观的这个倾向，我们就会在这个上面来针对那天的状况一一的了解机型的状况跟公司决定上面的依据，我们来彻查这件事情。其实哦，这个就像我们在台风天放假一样，台风天放假我们就近地方政府来决定，那结果放错了的时候怪到中央气象局，你的气象预测不准，那到底是谁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问题跟这个我们的飞机台风天飞机起降其实同样的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如何来做一个统筹的问题，是应该是要做一个检讨的时候，我评量是应该要做一个检讨的时候。你现在飞机要降也不是，不降也不是，你不降乘客骂，你降乘客也骂，可是幸好是没出问题，出了问题这个大责任谁来扛？今天台风假也是一样，我今天给你放半天，结果没风没雨也骂，有风也有雨也骂，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如何让专业做导向嘛。那专业做导向，你要一个地方政府，要一个公司来做专业做导向，他做得了吗？做不了嘛。所以今天应该是政府有为的政府要出来扛责任的时候嘛。长荣已经愿意要做检讨，我们的民航局会督促他们做最深刻的检讨。我是建议是这样的哦，以后我们应该包括这个飞机的起降，包括台风假都一样，应该是中央应该是要来做一个统筹的，用一个真正的一个规范来定定。那你也不是说我今天我一个 pilot 来判断我可不可以起降的问题，今天应该是整个他的整个塔台中央看到他的风向各方面由中央全部统一来处理嘛，包括放台风假也是一样，我也个人也觉得应该是要拉到中央的层级来做了。放假是一回事，那关于那个航机的部分，我想我们可能也应该了解一下国际上的惯例了。不过这个您这个方向，我们一起来纳入检讨，是应该要这个方向了，好不好？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要推行一个叫什么 OBD， 是不是？对 ，OBD 这个是等于就是说在摩托车要装置这个，对。那你 OBD 装置这个，如果是照它的这么效果有效的话，为什么汽车也不装？那为什么只要求？然后这个部长，我跟你讲，这个还是有它的问题哦。OBD 你装了以后，它是从你的行车的旅程各方面的话来做你的强制保险，然后它拉高你的保险。那这个拉高你的保险，你要知道，我们全国所有的机车里面，将近有五成没有做强制保险。对，我们不会把它当成前提了。这个是我们对于保险也只有针对它违规比较这个恶劣的这个项目。这个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比较长期机车的人，未来我的保险会比较高。其实我们不会这样子全面做这个事情的。那如果照你们的分析，如果这样子这个动作这么有效的话，为什么汽机车不一并处理？汽车其实像现在客运业已经这样装了。我是希望能够来客运业轿车，那你一般的轿车没有强制啊。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确定的处理。当然，我们会。如果是因为要规范它这个的话，其实它的罚则我们依照监理所，我们都可以调得出它相关的罚则单，它的罚单各方面都可以知道它的问题嘛。我们对各方面的资讯都来做分析，好不好？好，谢谢。这边还是审慎一点。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现在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部长。请部长。郑委员好。部长好。
我刚才延续刚才这个李委员所提的议题啊，这个长荣航空啊，到底是要机长，还是要公司，还是要由民航局？最有专业的，照理应该是民航局了，对不对？整个专业到底可不可以飞？如果有一个机长说可以飞，事实上是不能飞，你民航局要不要阻止？要不要？有没有前者阻止？是不是我让林局长说一下？好，报委员，我们给的是气象跟隔离，那每一型飞机它的承受侧风能力跟载重都不同，所以事实上它要根据它当时的状况来做决定。所以您刚提的，我们会专业的给它气象、侧风以及地面的净空，但是机长会根据自己的技术，因为每一个机师都不一样的。的测风能力，譬如说，我们举例来讲，长荣的波音七七七的班机，它的测风能力可以到30，可是他们在波音公司当初测试的时候可以到38，那它的副驾驶依照长荣的规定只能一半，也就是15公里的15海里的测风，所以根据不同机师，他在那个是有不同的条件。如果我们以这一次台风，然后只有长荣航空。所有的飞机都没有飞，所以你还在讲这个就我现在要你检讨说，你讲的那个都是一般的状况，一般的原则没有错。这个是国际上这样。但是以现在的状况，已经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民航局你必须要拿出一个魄力。谢谢委员，我们会往这边来讨论啊。但是它有国际上的班机也同时在上面，我只是跟委员报告实况。因为国际的这些。有些人就不照那个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些魄力了。了解，好不好？谢谢您，谢谢。部长是，请问一下，苏花改是，苏花改会照原来议定你上任之后所议定的那个通车吗？对，他的原来通车就是3个年期，那第一段的年期在今年的年底就会先通车，那整个的这个。苏花改，我们还是朝着民国108年来通车，全线来通车这样一个目标努力。所以会不会受到汉本遗址的影响？这个是我们花莲台东人最关心的一个议题。了解，这个遗址它现在的状况，当然我们现在每天都有一些新的进展了，但是我们的方向还是希望不要受到这个遗址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个遗址该有的一些处理，我们还是会来配合文化部做细致的处理。该处理的当然就要依相关的法律了哈，但是我是建议这个部长，你要跟这个文化部是正部长，你要一个协调，是授权你的次长，啊，负责这个业务的次长是跟文化部负责这个业务的次长，而不是每一次都要那个从最基层的公务人员当然往上报，现在是这样啊，所以你的。两个部会的副所长要有一个直接可以联系直接可以开会讨论的一个案子，这样的一个机制。好，最近他们的会议已经在这个上面慢慢建立这些比较高层的建立机制了，我照您的想法我们后来朝加强。好，另外就是花东县的双轨化是，这样的一个计划是这个我们铁改局是铁改局也把这个计划送到部里面了，这个部里面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能够，按照相关的程序来去核定呢？我先让胡局长说明一下。我想这个报告我们曾经送过一次，但是部里头有要我们再去做检讨，那我们最近已经送到部里头，我想我们会按照相关的程序来进行处理。好，也请部里面尽快来处理。我跟委员特别强调，我们一定会不单是加速这个作业，而且想办法把原来的这个可行性和这个综合规划这些期程呢，可能有一部分来并办，使得整个作业可以再加速一点。好。好，接下来这个我们中秋节哈，这个刚过了哈，这个连假花东实名制有扩大办理，啊，本来这个跟端午节有做一些扩大的来办理，是，但是这个位置，啊，车次还是太少，总共只有2400个，啊，位置，来回哦，啊，全部只有这样而已，
那花要去花莲、台东的何止这些人数？中秋节，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嘛，哦，只有这样的人数。部长，加班车的用意是什么？加班车就是为了返乡啊，对不对？加班车就是为了返乡，所以加班车以后啊，啊，尤其是元旦，然后接下来的春节，啊，你连带这个国庆假日那个三天来不及了嘛，已经我们也会办，我们也会办，已经办了，对，规划了，对对对对对，都已经秒杀了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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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已经秒杀，来不及。我就说这个元旦，我们以元旦做一个目标，所有的加班车，你加班车的目的就是要返乡嘛，就全部实名制。哦，距离到元旦还有这个10、11、12，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哦，是不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好，我们来规划。我的了解，两个花莲跟台东的地方政府，他们也有办这些这个没有错的专车了。对，他们是不得不办呐，啊，哦，这本来就不应该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嘛，哦，这是我们交通部，这是我们铁路局可以做。哦，现在中秋节你都可以做了，端午节也可以做了。我们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去增加，啊，你们的工作嘛，啊，这个事也应该要做，既然是加班车嘛，啊，就应该往这方向去努力，啊，好不好？好，谢谢，这个常态化我们尽量来努力。对，好，接下来这个我看这个桥啊，是在花莲的富里乡，啊，永丰大桥，这个是在尼伯特台风的时候，啊，所造成的断桥。而这个富里要到，这个部落叫丰南部落，阿美族的部落，丰南部落要到富里的市区，要到花莲，都要经过这里。学生啊，国中生要去上课，高中生要去上课，都要走这个桥。但是断了，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哈，还，你们现在预定，本来是预定九月底要通车了，但我了解到，因为台风的关系，啊，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又延后到十月几号可以通？大概十月下旬的时候。哦，呀，还到下旬？上礼拜跟我讲说十月十号。同仁跟我讲中下旬了。中，哦，好。所以哈，哦，部长是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去强求你了。好，哦，反正已经在做了哈，哦。未来，你看我们现在看下一张照片哈，哦，这个便桥是多么的简便，多么的简陋。啊，就靠这个便桥来输送这些我们丰南部落对外的联络，太简陋了，啊，因为公路总局用最简便的方式，啊，最便，你没有去请这个军方啊什么，啊，那些都没有，最简便，一语折断了，啊。你看下面，一语折断，最近它常常下雨，啊，一直到昨天了，啊，昨天晚上又下雨，又冲断。哦，已经冲毁了五次，每一次都要我们学生、我们的民众就没有办法到富里市区，也没有办法到花莲对外联络，这唯一的部分。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未来这个便桥简陋到不能这么简陋了，哦，好不好？好，接下来瑞港公路是我们阿美族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奇美部落。就在里头，啊，而这个又是一个瑞穗跟丰滨的港口进埔，啊，到北回归线那个两边的北回归线，而且是这个泛舟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不仅仅是部落对外唯一的道路，更是瑞穗跟丰滨之间很重要的道路，而且这个辖区都在你的，不管是花东纵谷管理处，尤其是东莞处，都是在你的辖区啊。这个道路啊，你看这个这次台风啊，非常非常的掉。下一张，委员，据我们所知道，这个是县管的公路了。我知道，我们来跟他们转达。我非常清楚。好，好，哦。事实上啊，部长，早期啊还没有精审的时候，是台湾省公路总局在管理维护了。我现在我们一再的诉求啊。部长，你要拿去担当啊，这个就拿回来了，移还了，我们还给你了。
哦，以前的政府的时代就是公路总局啊，他要把乡道哦，好不好？这个部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你都在你的辖区啊，东莞处、花东纵谷管理处，哦，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涉及的可能不止单一路了，我们整个系统来了解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了解看看，这个部分非常重要，这个一定要协助，哦，好不好？好，了解，好。现在请赵正宇委员发言。赵正宇委员发言完毕之后，休息十分钟。我们请议事人员将临时提案尽速的整理，并请交通部先看过一下。等一下我们休息之后来立即处理相关的临时提案。现在请赵正宇委员。好，谢谢主席哈。主席有请部长哈，还有观光局局长。请部长还有周局长。赵委员好，部长早哈。那我先请周局长问他一下，请教一下问题哈。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大陆的观光团越来越少嘛哈，这个你很清楚哈。啊，你说了一句话哈，这个走老路啊，到不了新路新的地方了哈。那我觉得你推新路哦，又在原地打转啊。你最近有推一个1亿元的方案，是不是补助1亿元？要怎么补助？请你说明一下，补助到哪里哈？是，谢谢赵委员。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啊，因为那天我这样讲说，创新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有更多的这些想法。好，那其实常常走旧路的话，确实到不了新的地方，这是对创新做了一个注解。那么这次的扩大这个国内旅游的方案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也确实做一些检讨，那么我们是希望初步的想法是一个短期的，我们是希望是说不要超过6个月。那么也在部里的全力支持跟行政院的支持啊，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做法上做一些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在补助这个旅行业的部分啊，事实上还是要加惠于我们的使用者，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民众，对消费者。那么我们有一个跷跷板，也就是说我本来假设它是10000块的这个类似这种10000块的这个旅游的费用，那也许呢它可以打8折，8000块。那这就是解释快一点，因为这个哈对我们很重要。是，这个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哈。你看那个马政府的时代哈，他推了一个3.6亿，我想大家都记忆犹新哈。他尤其是补助国人住宿哦，那一天我还永远记得，每个饭店啊都被打爆，哈，都宕机了。为什么？他补助1000块而已哦。还有你去路长券嘛，买一送一，对不对？这个效用哦就非常大。那你今天推新路，你原地打转，你刚讲了半天呀，消费到消费者身上嘛，对不对？但是民众还感觉不出来，我这个1亿元到底要如何补助我们消费者？所以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好不好？是，主要还是给旅行业啊，他们有些组团的部分，那过去是直接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面临一个现况，就是他们现在目前的。确实这个整个量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涉到陆客的影响，尤其还有一些是团费的。好了，消费者你要给他什么补助，你讲给我听。这是透过这个也是一样住宿吗？还是去玩的时候补助他？那我们要看这个旅行团旅行社他们有一些想法，跟旅宿业他们这个结合。局长你刚上任啊，是、这个、动作要快一点，不要原地打转了，好不好？不会啊、那个旧路啊也不错了，不要说因为旧路旧的地方不好哈，另外一个就是 PTT 哦，有帮我们桃园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最难玩的城市光讲这个东西啊，桃园县、桃园市了嘛，被人家讲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我们有很多这个大溪的老那个茶厂有没有？老茶厂哈，还有我们小小兵的绘画墙，还有我们尤其我们大溪老街。好，再下一个，这个我们地景艺术节，90万人来啊！我想部长我们。郑市长，这个办灯会、办这个地景艺术节都是全国有名的，对不对？是不是？好，再下一张，这个韩剧啊，还到大溪来取景。我不知道我们大溪、我们桃园哪里不好玩，我们哪里桃园哦，观光是最后一名哈。所以说哈、那个局长，那我们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桃园观光的地方在哪个地方？桃园确实有很多有趣的，像这次刚
委员特别提到韩剧、啊。好，那大溪、哦、是我常讲个故事啊、哦，就像你石门水库没有关啊，你会不会看一下？会吧。不管男的女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意象，对。那为什么现在石门水库变成没有人要去了？是不是？是。小时候我还记得一个亚洲乐园，大家还去那边吃活鱼，是不是？我们活鱼也办了很久啊，观光也做了很久啊。那我们现在亮点计划，你观光局有推动嘛？哈，我觉得速度要加快，把我们这个石门水库啊，往日的有没有风采，把它找回来。哦，一下说我们现在那个是喝的水，第一个不能游泳，部长；第二个游艇。那个游艇哦，就像我们以前哦，20年前去大陆啊，那个江上面那个游艇啊，那个古老的木质的，到现在还是那些。哦，我有请观光局啊，前局长还有一些那个科长都有亲自去看，我亲自带他们去看的。我想提升我们这个大溪哦的旅游，我想局长你要多加油。还有民宿也不能做，你民宿不能做，你怎么有带动人潮呢？是不是？你白天挤车挤进去有没有？你高速公路国道3挤得要死。那下午5-6点又挤出去，是不是？没有人一天待在那边。我那个、啊、局长，你要多加油啊！对我们桃园的那个、啊、观光啊，不要 PTT 又变成最后一名啊！啊，那部长，再下一个就是那个91年华航有一个澎湖空难，你知不知道？有记得吗？哈，是这个还是最后一趟班机哈、哦，结果哈、哦。就发生空难，他还想说这一趟跑完之后啊，回来那架飞机要卖给泰国，就是东方航空，对不对？是不是？啊，结果最后一趟都做不完，在澎湖解体。这在又说到那89年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他飞香港有没有？就跟我们10月1号一样，他一样机尾有没有擦撞到跑道，结果这个蒙皮受损了、啊。那我们到时候当初也有修理。哦，修好这一架飞机，哦，蒙皮有修好，可是，那、哦、我们用了大概将近20年之后，我们91年的时候发生澎湖空难，而且这个空难是因为我们维修没有确实金属疲劳，哦，在上空解体，那10月1号我们华航又出了这个事情，部长，你觉得我们华航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想他们一直都有在努力的。那属于这次是不是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意外的状况，还是在制度当中又该改进的地方？部长，我请华航来。你知道华航那个解体那架飞机啊？全我看很多人坐过那架飞机，因为非常老旧，哦，非常老旧，每个人坐那个飞机都非常怕。那今天发生这个问题啊，现在大家又在那边传了，会不会跟以前一样澎湖空难了、啊？那你今天要你接大家很多委员讲到啊，今天我们的台风天呢、啊，是不是？那个长龙这么大公司，他有没有出过事？他会去计算，他会去负这个责任。他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台风都有一个台风眼嘛，他大概已经算好那个时候他可以下来，结果是我们民航局，我们机场不准他下来，说侧风太大还是风速太大。有没有造成它在我们上空盘旋，对不对？是不是？那可能要降落到台中啊、高雄啊，或者到香港去。我想啊，这个长荣这么大公司，它计算这个危险性哦，我想它应该是有评估过。那反而我们这个10月1号没台风，我们可以一个重飞，就是表示我们这个驾驶员受训有没有不确实，平常的训练不够，啊、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空难有没有？上次空那个最基本的空难，我们的华信是不是？那个另外一家空难，左边引擎发动机坏掉，他把右边的好的也给他关掉，是不是？因为手忙脚乱嘛，训练不够。我想华航呢多加进步一下哈。是，所以还下一个。那刚才讲到我们这个那个塑胶制品了，我们机上以前我们为什么改成塑胶的？那个餐具啊。这个是不是可能是过去反恐的一个啊？现在我们没有反恐吗？我们现在没列入 IS， 没列入啊。那你现在全恢复了人家那个钢有没有钢制的有没有？第一个空服员推的非常吃力，第二个大家也很怕，应该是刀叉的问题嘛，是不是？我想啊，尽量还是恢复以前的塑胶制品，这个保障我们的安全。我想这个恐攻啊，还是我们台湾还是有列入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局长。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是这个很多人反映了、啊，民众回来都讲，哎，现在怎么换成这个刀叉了？
因为我们经济舱升等变成商务舱，用那个刀叉是不是？所以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好吗？局长哈，谢谢哈，谢谢。那来讲到那个台湾虎航啊，刚才每个委员讲到，这个我们90%是我们的，10%，然后租了8架飞机给他2亿租金，哎，我们部长，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跟新航合作？虎航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正在了解当初的这个背景，是不是想要他的航权啊？有没有这么想法？我不清楚，我想当初可能是认为新航具有廉价航空公司的一些管理的经验吧。那今天我们要解散，还要看10%的人，那个10%的那个公司的脸色。哎、啊，我请问新加坡是比我们地大还是人多、啊？应该两个都没有吧？是不是？那我们如果今天一个这华航就是因为是公营的，对不对？政府部门占最大。那今天如果私人企业去签这种约，你觉得会可能吗？你如果是私人企业的董事长，你会签这种约吗？是不是？上权辱国的约，你会签吗？我们应该再来彻查了解了。但是我想，一个商业上面用技术股来代表他的一些投票权，其实也常见的了。对，那没错。问题是我刚才问你啊，我们到底10%给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了解我们要什么东西？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对，我们要了解一下当初的背景。航权你说没有，技术是什么技术？是什么重落地吗？还是重飞飞不好，角度太大，机尾插撞跑道，是不是？啊，新航哎。新航只有败在哪里？桃园机场那个空难，你知道吧？他其他都没有空难的嘞，你知道吗？也是台风天，你还记得吧？记忆犹新嘛。是，所以说你既然是不管是什么理由，我讲要跟社会大众讲好，亏了10亿啊，是对我们这个交通部啊，还有我们国家的财政那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哈。了解，部长请注意一下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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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好，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现在继续开会，我们现在逐案处理临时提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民国103年，复兴航空222号班机因麦德姆台风风雨过大，造成飞机降落不顺利，重飞失败，于澎湖县湖西乡细溪村坠落，起火燃烧，造成机上人员48人死亡，10人重伤。今年梅基台风袭台期间，长荣航空有许多架班机强行降落桃园机场，造成数架飞机出现重飞事件，导致机上旅客惊恐，显现民航局所现行锁定台风期间不良天候，飞机起降的标准过于宽松，并且事关民众的飞行安全保障，仅交给航空公司自行判断颇为不当。为求避免日后出现飞机在台风天强行起降时酿成灾难，是以建请民航局参考国外机场规范，并于3个月内定出更严谨的台风天飞机起降标准。提案人李红军、郑天才、郑宝清、林俊宪、简东明、刘兆豪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意见？林局长。好，林局长简单说明。报告委员会，后面第二行是不是建议3个月内邀集航空公司研议更严谨的台风期间派遣天气标准，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针对民航局林局长的说明，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林局长的修正通过。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二案。我国东部地区因地理环境等因素，主要对外交通仅有公路台九线、铁路北回线、南回线以及零星航空班次。然而东部地区就是我国天灾频繁地区，常因地震、台风、豪雨、土石流等因素，造成落石坍塌、路基流失、电力系统受损等灾害，导致连外铁公路中断。为保障花东居民对外交通物资运输之权利，原建请交通部会同花东地区发展推动小组积极研拟永续东部海上运输补助计划，纳入常态性客运、货运、农产品运输机制，辅以观光油气之需求，以建构完善的蓝色公路网络，填补东部对外交通之缺口。提案人萧美琴、叶宜京、郑宝清、吕坤哲、刘兆豪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我们照案通过。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三案。鉴于台铁彰化车站虽位居我国西部铁路山海线交汇之福作区，站体历史悠久，但也年久失修。去年六月，台湾铁路管理局局务会议虽已决议检讨，却始终未见台铁具体行动。原要求交通部责成台湾铁路管理局，针对台铁彰化站扩增站房空间，往站前延伸，并候车空间外移，并重新建立车站门面。提案人陈淑月、郑宝清、陈欧珀、叶宜京、李坤哲、刘兆豪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意见？好，那个陆局长说明。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案子我们只是建议做几个文字上的一个修正。在倒数第三行那边要求，原要求交通部那个要求是不是改为建请？那倒数第二行啊，就是在针对台铁彰化站扩增，扩增前面加两个字就延役，因为这个彰化站是50年的车站，这个里面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那我们有跟提案委员做过报告，提案委员也同意。好，各位委员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修正通过。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第四案。行政院虽于105年6月核定台东县兰屿机场跑道整建工程经费7.8亿元，但其计划期程竟长达46个月，预计106年6月完成规划设计，107年1月开工，109年4月完工，工期牛步化。为配合104年11月11年德安航空新机将上线飞航离岛航线，提振兰屿乡亲返乡信心，原提案要求交通部民航局加速赶工，希望提早于108年即完工启用。提案人简东明、郑天才、陈欧珀、郑宝清、刘兆豪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意见？好，请林局长说明。报委员会，第四行
107年是四月开工啊，所以这个，然后第下一行109年是六月完工啊，这两个错字麻烦建议修正。那倒数第二行，民航局加速赶工，增加在不影响机场营运下，希望再检讨提前108年完工的可行性。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那就修正通过。好，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五案。庆运高铁一日生活圈已成功联系起南北交通，包括苗栗、彰化、云林均已有设站。2013年时，经建会、国发会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计划亦曾有提出本计划，因此屏东乡亲均殷切期盼高铁早日能延伸至屏东。因此，原提案要求交通部将高铁延伸至屏东设站列为106年度重大施政目标。提案人简东明、郑宝清、郑天才、陈欧珀、刘兆豪宣读完毕。好，那个请胡局长说明。本案我们做文字上的修正，好，在倒数第三行这个后半段，因此原提案要求交通部建议把要求两个字改成建请。以上。好，各位委员有意见？好，修正通过。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第六案。中华航空公司拥有90%虎航之股权，而新加坡航空仅拥有10%之股权，竟拥有最终之否决权。这种上权辱国之合约，要求交通部应追究所有相关人员之责任。提案人郑宝清、李鸿钧、赵正宇、李坤泽、刘兆豪宣读完毕。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请说明。是报告委员，刚刚有跟政委员有报告过了哈，这个我们一定会去做处理哈，跟查核。那是不是我们这个案把它改成建请案呢？要求是两字一样的，是两字。是。那就是空白，要求又不是命令，你又会判刑？不是，因为委员这边还是要尊重啦，就是。不然我低啊，我敢盖，我进来，我进来，我这个发发工，我进来，我进来。好，那没问题吧？好，第六案，第六案，好，那就照案通过。好，谢谢陈司长的说明。好，那个，报告一下哈，那个华航基本上中华航空只有拥有80%而已。那10%是华信航空啊，所以就是华航投资的，没有这个就变成是华航集团了哈。那华航及华信了，好不好？可以可以啊。另外哈，另外新加坡航空它事实上它没有股份啊，它这个叫新加坡的子公司叫新，欣欣向荣的新哈，新丰丰富的丰，那个丰是用缩写，用简写。好，没问题。好 ，OK， 请文字文字修正。好，谢谢。那修正通过。好，临时提案处理完毕。如有委员对上述提案补签，列入记录。现在继续请简东明委员发言。主席、与会人员啊，有请部长，请部长。部长你好。刚刚你的业务报告讲得非常清楚，不敢当。特别是你强调这个安全是无可替代的这个价值。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生命不要耗损在马路上。是。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也成立了这个15个国家，大概刚才列了15个国家嘛，哈，是，的一个统计的表。我想这个表哈，是我们自己国内自己调查统计的哈。这是国际上的资料，我们一起来。国际上都有公开这样的资料。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国际上有公开这样的资料，对我们国家的生意应该是影响蛮大的哦。是，这个上面确实我们要自我警惕。不单单是对我们国家的生意有影响，对我们的观光应该也有间接直接的影响。
因为我看了这个整个比例哈、哦，这十五个国家，这个肇事就是死亡的那个人数的比例哈、哦，都相当低了。最接近的就是韩国嘛，对，韩国是十嘛哈，对，啊，韩国是十。我们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啊，这里的统计，前三年都是14点多了哈，都是14点多，啊，2013年稍微降了一点，降了一点点，但是比韩国啊，比我们啊接近，比较接近的还有3%的那个差距哦。是的，还有3%的差距呢。那部长，你看到这样的数字，我想你把它当成是你的重点，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市政的报告当中，你应该又有啊，针对这个啊这样的问题，啊，要如何来啊去改善，啊，让我们这个肇事率、死亡率能够减低，应该你有一定看法。刚才你大概是提到，啊，这个从教育啊教育开始。教育执法、啊、或是驾驶文化的开这个方面，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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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有是使用行为的问题啊，使用行为的问题啊，这个等等，当然这个要啊降低我们这样的肇事比例哈啊，不单单是只有交通部的问题了，是肯定也要牵涉到啊这个刚刚提到的教育部啊，甚至还有这个啊警政单位是啊相关部会应该都有这个责任。像国军现在，国军把这个酒驾哈、哦、列为天条啊，啊列为天条啊，你只要犯这个酒驾，啊不管是你是肇事或是自己被拦截，那个通通是逼退的啊，都没有第二句话。而、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相当严格，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啊比例还是这么高呢？啊部长不晓得有没有决心，啊你要怎么样的做法？然后是哪一个阶段，你可以降到怎么样的程度？坦白说，简委员，这个事情我们正在跟学者专家正在研讨，我们打算在这个月底以前呢，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提一个明年以及这个将来中长期的这个改善的目标，让我们自己有一个鞭策的对象。我们是正在准备研究这件事情。那因为现在所了解的，大概如果从死亡和受伤的这个集中度来讲呢，大概就是比较跟机车有关的，是我们最需要努力的地方。那其次就是关于这种刚刚您提到的酒驾啦、超速啊等等这些行为，那这些部分我们都希望将来变成是和保险啊、和执法的强化来做努力呢，希望能够减少这个上面的一些这个行为的偏差。我们目前是13.37嘛哈，是香港最好，香港是1.81%，是。那么英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每次才2.80%，啊，你们有没有研究过他们到底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办法，他们的这个肇事率怎么会这么低？我们多出他们大概10%以上啊。我是不是让我们这个道安的执行长、执行秘书来跟您报告？跟委员报告，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数量，最主要我们机车太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国人说法的观念，所以部长有提到说要怎么教育，要从小扎根，所以我们跟教育部去协调之后，教育部也同意从2017年之后啊，那个高中职以下的他的教材里面，交通教育的部分会占一个篇幅。看你们提到是因为我们国人守法的观念啊不好，所以这样的数字等于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耻辱啊、口耻啊。所以我想哈、啊，那个部长这个地方啊，你既然把它当成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一环哈、啊，是啊，希望有一个决心是啊，在几年之后，按照你们的这个啊执行的方式，能够降低。是、啊、这样的数字，这是一定要做的。对，啊，另外这个男女哈，啊，男女的这个航班的问题啊，大概从今年的11月11号啊，就会有4架的这个新的飞机，啊，新的飞机哦，就是DHC-6400型哦，啊，19人坐的飞机，要替代这个多尼尔的228型，这个是确定的吗？
十一月十一号就会那个，是不是我请教林局长？是报委员，我们一直在追踪这个事情。那目前他已经进到航机审验的五阶段的第四阶段，那航机也都进来，三架登记的国籍，一架还在登记过程中，所以预期顺利的话，应该是可以在十一月十一月十一号就正式是啊、正式上线。是啊、希望啊我们啊这个能够哈啊如期来因为这也是安全方面的问题了。了解。啊那个多尼尔二二八型真的是已经很老旧了。啊另外这个跑道哈、啊、机场的跑道六月十五号、啊、我们大概今年六月十五号就核定了7.8亿的这个经费嘛哈、啊、改善机场跑道。啊你们要等到106年6月才完成规划。然后107年才开工，109年的六月才完工，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我是不是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的跑道有一些破损，我们大概今年底前会花1700万，先把跑道整修完成。那因为有结构性的损害了，那结构性的损害必须要施工，可是只有一条跑道，所以它在使用的期间，从早上7点到下午6点都没有办法施工。那要到晚上收场以后，到隔天早上6点才能施工，所以这个时间变成，包商没有办法全程来啊、来整修跑道。那我们会尽量提早，但是这个时间还是得依照实际上的工进来，等规划设计完，我们来尽量赶工。是尽量的要求能够提前哈。好，因为你要花了将近4年多的时间，你才能完工。实在是因为只能夜间施工。你前面所做的那工程啊。等到后面的完工之后啊、我看那个新旧又非常的明显。我们是希望说啊、那个工程啊，尤其是这个机场跑道的空间，这么重要，你们也发现这已经破损了哈。是。57年开始到现在几乎都很少修了，啊、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啊、我们民航局哈啊、尽快能够把这个工期能够做一个缩短。了解，谢谢委员。好。这位点哈，那个请教部长，或是公路局的局长也可以了哈。那个你们台26线，我们刚才部长也提到啊，这个铁公路哈，无缝，无缝运输了哈，就得都能够衔接了哈。像目前我们公路系统整个全台的这公路系统啊，就是缺在台26线。啊，台26线那个没有办法衔接，啊，假如那一段能够衔接的话，哈，啊，就刚好整个公路系统绕一圈，啊，当然这个有它的困难度了，哈，啊，这个问题啊，公路总局这个地方啊，包括我们部长有没有啊说要继续做，或是就因为啊这个已经列入这个保护区就没有办法做？现场的情况是不是让公路总局来先跟您做说明？好，局长，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委员刚才也是讲得很清楚，就是现在台26线就是有关阿朗一古道。你用那个麦克风，我听不清楚。是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哦。刚才委员特别提到，现在台26线就是在那个阿朗一古道的那边是在屏东县政府大概有相当的一个意见了，认为它是一个要保留的一个区域了。所以目前呢，我们大概还是要这个后续如何推动啊？对，还是要看那个依照文资法的相关规定哦，来做后续的一个推动。对，以前是6标嘛，哈，是2标在台东，那个2标已经完工了，是现在4标就是在屏东，好像没有办法动，因为列为保护区。保护区啊，我想你们也想尽了很多的办法啊，是不是能够在那个保护区啊，阿兰一古道那一段啊，能够做一个隧道啊，这不然隧道嘛，哈，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你们可能还没有进一步跟屏东县政府再进一步沟通了。好，潘县长啊上任之后，我看你们还是要去进一步来做一个沟通了，好不好？屏东县政府来了解一下。好，谢谢。好，谢谢。现在请萧美琴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请部长。请部长。萧委员好。
部长好，我想延续昨天总咨询哦，有几个跟花莲的交通建设有关的问题来就教哦。首先，这个民众最关心的苏花改的时程问题，之前林权院长跟部长到花莲来视察的时候哦，以及工程会的吴主委在这个地方备询的时候，都有提到这个汉本遗址的处理哦，已经跟文化部、交通部、文化部已经做了协调，而且预计在年底前将这个遗址哦，再交给交通部，再交给公路总局继续将这个工程来执行。但是在你们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却讲说时程未定哦，就是文化部在整个规划遗址归还给公路总局来做施工的这个时程未定。那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我先让陈局长做说明？是，我跟委员做一个报告。文化部大概在9月26日有召开相关的一个会议。其中针对这个P3S 跟 P3N 的这个两个墩柱，它在里头有相关的一个决议事项，意思就是说可以请我们找相关的这个考古团队，就这一部分如何就这个那两墩的如何去这个保存，如何去扫描，然后如何把它提存等等。然后最后如果都做好了，也经过这个文化部的一个同意以后，就可以回填回去，那相关的墩柱就可以继续来施作。那这样的一个期程呢，大概也是院长在相关的会议提到的，原则上在年底之前，因为工程会主委也是说年底这样的一个时程，文化部会把相关的那为什么在你们的业务报告里面不愿意去提这个时程？你们不把它明确的写下来，很容易让地方误以为这个工程又要延误哦。那这样的相关的谣言跟传言已经够多了，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明确化，那更是能够回应花莲地区许多民众的期待哦，如期来完工。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程，过去隧道内部也好，缺工的问题哦，包商等等，还有曾经也因为苏拉台风而改变相关的设计哦，但是这个在大家殷切期盼之下，还是期待我们交通部来克服万难哦，如期的来通车。是，我想这个委员您的提醒，如果我们在书面资料上面在这个地方不清楚的话，是我们的疏忽。好，那谢谢你们在这个地方再次澄清哦。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有模糊的讯息，是的，因为模糊的讯息容易被扭曲，容易被误解，容易变成谣言。由于最近的协调，我想这个更清楚了，我们就应该更明确的说，我们还是要按照原定的时程来完工，没有问题。好，谢谢。那另外最近我们在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政府要提出一些振兴观光的作为哦，那但是这些作为目前并没有一整个 package 呈现在国人面前，都是一段一段的提出。那我记得部长好像是说在今天的报告里面会做更完整的说明哈，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听到有关补助旅行社来组团的这件事情。当然这个也能够也是一种诱因，但是事实上如果这样的一些诱因跟优惠并没有到消费者或者是想要组团的这些社团上面，而只是给这个仲介的旅行社然后不但没有到消费者，也没有到饭店业者或者是导游啦所有的整条的这个观光产业的参与者上面，而是只有集中在旅行社的这个环节上面，它是不是能够构成诱因这我是存疑的。所以还是希望你们早点把整体的规划提出来，当然有短中长期的各种的方案。那尤其就短期来讲，我们总是我也认同应该鼓励各种的国旅各种的机关团体组团到其他县市来做旅游这是一个短期可以刺激一些观光产业的消费。但是我们除了补助旅行社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诱因，尤其是如何要克服这些团体旅游来到东部目前的交通困境那我们的观光局长过去也曾经是台铁局长那既然这两个位置都那么熟悉，应该就这些新增的团体旅游，包括日本客，包括韩国客，他们想要来到花莲旅游，但是没有办法订到车票没有交通工具的这个问题，应该要立即去克服。那是不是台铁能够考虑增加相关的这个国际或者是团体旅游的这个班次那过去的方式就是两个月
月前由各个团体哦抢着这个有特定配额的少数配额的这个团体票。可是以我们现在国旅的形态，很多的社团就会决议说啊，那我们下个礼拜下个月来去旅游。你说提前到两三个月前就已经能够确定的其实不多，所以应该要有更多的多元化的机制，让我们的各个社团，这些扶轮社啦、同乡会啦、什么什么各式各样想要组团去旅游来刺激消费的这些团体，它有安全的交通工具。那今天如果台铁不能够提供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有责任要去克服的啊。现在是很多人想要来消费，但是我们连基础的交通建设都供不应求，没有办法满足大家想要来参与我们整个观光产业的机会哦，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你们也能够这个认真来看待。那像我刚讲到的这个国外的，像日本团、韩国团要来，但是在车票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做确认哦，或者是来克服，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案吗？可以增开这个团体列车，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团哦，跟我们国内的这些返乡民众的需求来做相互的排挤哦，所以希望是用增开班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我是不是先让这个周局长和陆局长先请陆局长说明？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刚刚委员讲的是没有错哈，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短期会朝向尽量用分流的方式哈，那看在运能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这些团体的部分呢，那个再额外用加开专列的方式来处理。那刚刚委员提到为什么会提早，就是因为他后续有很多的一些行程的安排，所以他必须要先把交通问题确认，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提早到两个月哈，主要的目的也是业者跟我们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好，局长这样哈，因为过去我曾经质询过有关中午的时段北花之间的班次特别少，那你们是说那个时段搭乘率是比较低哦，所以那个时段班次减少，如果可以在这样的冷门时段来给这些团体客一些诱因，例如说哦，他们愿意在这个时段哦来搭乘，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段里面来加开，它并不会排挤到其他现有时段的这个营运的空间，是不是可以优先用这样的角度来考量？可以可以，我们会照委员指示我们去好，那就有需求的团体也应该要提供这个申请的机制哦，一个公平的申请机制哦，让有需求的这些团体旅游能够不只是在两个月前有旅行社来抢竞争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申请或者是加挂哦，万一我们一个月前发现座位不够啦哦，可以申请加挂之类的一个公平的机制哦，让我们国旅尤其是团体社团的旅游哦，能够顺利的来进行。好，那在铁路的运能不足的部分哈，部长，我曾经也在交通委员会多次的提到这个蓝色公路的可能性哦。当然，这个蓝色公路有时候碰到台风啦、海象不佳哦，也会碰到一些困境。但是事实上，在平常的话，它是一个能够补足现在有限的铁公路以及空运能量不足哦。而且蓝色公路本身也是一个景点哦，它不只是一个交通运输工具。所以最近有民间的这个花东永续发展小组的委员有提出这个要好好的来评估这个蓝色公路的相关的永续发展的补贴机制，那也希望交通部也能够认真来看待这个问题哦。那以公路来作为另外一个可能的选项，尤其蓝色公路本身，因为它其实在路程当中也是有其观光价值，虽然它的价格比铁路还要贵，但是对一些比较高端的观光客来讲它是具有吸引力的，而且是可以纾解一部分订不到火车票的这些游客。是，我想今天的临时提案也已经有这么一条，我想我们会按照大家的决议，那么来把东部的这个旅游用多元的方式来让它变成是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来努力看看。 好，那也希望部长有机会的话也能够试乘这个蓝色公路来了解它整个营运的状况那除了这个铁公路还有海上运输，空域的观光其实在东部也是非常有潜力的。那近年来台东在热气球的整个观光的发
发展上面也展现了非常庞大的产业跟产值。那除了热气球之外，花莲其实轻航机的使用者也不少，但是目前有限于这个轻航机起降场本身的规格问题一直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新形态的观光的媒介。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交通部还有观光局也能够结合民航局比照水域油气观光相关的推广跟管理办法来就空域观光的部分也来研拟相关的管理办法。比如说这么多的轻航机也许可以装置 GPS 然后纳入整个管理那同时是不是也能够研拟设置一个公办民营的简易的轻航机起降跑道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像我们很多的这个体外的空地体外的空间在花莲其实是有的，只是要好好的去把它找出来提供一个合法安全又可以适切的发展空域观光的一个场域。那这个部分也需要我们交通部里面各单位相互的来配合共同的来推动。我们也希望部长能够率领相关的单位来积极的看待这件事。好，我想这一类的新型的休闲我们一定来想办法多了解。谢谢。好，谢谢。现在请徐贞卫委员发言。那在这边也向委员会做个报告，本日会议延长至登记质询委员询答完毕，再行散会。主席好，麻烦请运输研究所齐所长。来，齐所长，齐文忠，齐所长。委员好，所长好。本席想，您在运输研究所，所以是我们交通部的智库，好，提供专业的资料和讯息。请问一下，我们的运输方式哪一种是最方便的？一个都市，它有哪几项运输才会交通才会完备，才会完整？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Total solution， 是以服务为导向，所以它一定是要系统做整合，包括运具的整合，包括资讯的整合，所以并不在于单一运具要去做怎么样的优质化建设。这个我们从聚落到聚落，人的发展是聚落到聚落嘛，聚落到聚落，路是走出来的，最原始而且最开始的就是路，是不是这样？是是，好。所以我们的台九线或者是苏花，其实苏花也是一个古栈道，也是走出来的。这个古栈道要做什么呢？就是运输嘛，就是货畅其流，就是人能走得通嘛。这么古的栈道到现在都在用。其实所长是您心里已经预设的立场，所以您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不是单一的工具或是单一的选项，您是做整合的工作。是，所以您很怕回答。不会不会，我想我们会希望跟地方来共同努力。谢谢。所以从 A 地到 B 地最方便的是不是用公路最方便？如果我们以运输的话，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要提供的是集户的服务，要因地制宜。但有些时候可能是轨道适合，有些时候公路适合，但是还是要整个是完整的服务。好，所以最后一里路，您的服务是服务什么？您的对象是什么？看服务的是人旅次或者货物旅次都要兼顾。好，那货物呢？对，也一样要提供完整的一个服务。可能 maybe 它是一个复合式的运输，它可能是有部分是用轨道、用海运或者空运，但是也有公路。谢谢所长。好，谢谢。请回座，来，部长，谢谢，麻烦请部长。部长啊，这个花东人对您有非常非常大的期盼和希望。
您看看我们第一章好了，这每一堂课每一次在交通委员会本席一定要问到，从七月尼伯特台风到现在，每一次台风花莲就是这个惨境，出不去进不来，无论是铁路出不去，公路也不能走，南北都被封住了，现在连西部我们的台那个台八线也被封了。然后呢，我们期待什么？这个蓝色公路，哎，冬天的东北季风对蓝色公路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的摇晃，而且那不是一条便利的路，那只是一条观光的产业。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十二条这个危险的公路，十二条。花莲就占了五条，我们看看台九的苏花、台八的中横、台十一花莲大桥。这一次的台风，我们的水啊，几乎漫上了花莲大桥。不晓得花莲大桥现在该如何做。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瑞港公路，刚才郑天才委员有说，瑞港公路原来在省政府的时候是我们交通部的。为什么现在摊了一个这么大的洞？因为地方的财政没有办法做，所以一直请我们的这个工程会以及我们的交通部来协助。可是我们部里不是推，就说啊，这是水保的推，这是工程，这是地方，这是乡的，这是县的，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做嘛，财源不够嘛。再来，我们台二十三线，也就是刚才郑委员也是提的，我们永丰大桥五十年的老桥了，这一次断了将近三个月。我们的局长也说，我们陆局长也说，原来其实给我们的讯息是十月十号就好了，大家要这个欢声雷动了。昨天一场大雨，我们的便桥又好又断了，谢谢啊，刚才简讯来说通了，但是这前前后后五次不是办法。部长，是怎么解决呢？我想有些在铁路、公路、航空，先天的地形之外，我想眼前如果有这个台风的关系的话，即使是财源不足，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救灾的经费了。这个部分我们会帮助。那我们再说一下好了，汉本段、汉本遗址现在该怎么处理？你不要再把它推到文化部文资局，我们自己是交通部，您不能有点 gas， 不能说。您看看哦，我们台风业有人还这样上班，在苏花改两个移工失踪了，现在还没找到。那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不断的压缩我们的工期的话，我们现在不动工，未来您要108年如期，我也期待您院长和部长说如期完工可以啊。可是问题是你现在劳安事件已经发生了嘛？你停工越久，你压缩的工期，你就把它压得越短。现在公安事件出现了。两个找到了没有？应该不是公安了，是交通上的一个事故了。是。不过您刚刚讲到这个，如何能够在避免这个公安情况下来改善工期这件事情，是我们该努力的地方了。请问，那苏花，我们现在是前半段做了到108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第一期是106年，那我们这个明到108年才会全部第一期完工，是不是这样？哦，您讲的第一期是指的是您心目中的第一期啊，其实没有那个，也就是现在所有的在施工的，是的，对的，对的。您会陆陆续续从106、107、108完工吗？我们期待会一到108完工吗？目标还是放在108年来努力。是，所以那请问第二期您到底有没有要规划？现在这个您讲的第二期就是指这个我们危险路段，我们国道五号到苏澳段、东澳到南澳段、和平到河中段、大清水到崇德段，这些路段在当初规划的时候并不列为第一优先的危险路段，但是现在我们会继续来加强评估。对，加强评估已经开始评估了吗？已经在做了，已经在做了。什么时候会评估好？我让这个局长说明好了。我们大概要一年的时间，
是要一年的时间。但是我跟委员报告，在这评估的期间，并不是我们都没有在，我们像一些边坡或者是弯道危险的地方，我们也都做一些改善，甚至有些是属于车祸的热点，大概有十三个点，在这个区域里头，我们也做一些改善。意思就是说，所以现在第二期您还是已经做，还是开始做评估，要一年的期间嘛？好，那我们回到第一期好了。本席还是说汉本段到底要不要做，如果到底要不要做，我们在最近的协调上面对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汉本段您不动也不做的话，那古峰隧道和观音隧道就白做的。这所有的工程一共多少钱？165亿，165亿的民脂民膏就全部废掉了，没有您担心的状况了。我们在努力当中，好不好？努力当中，请问什么时候会好？所以会开始做？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目标就是108年来全线完成。您提出了这几张的报告，对于观光产业界到底有什么协助呢？面临贷款的这个没有办法缴出来，到底有什么帮助呢？时间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还这个只是短期计划，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交通部长。我想这句话您请再考虑，谢谢。谢谢。我们现在请叶宜津委员发言。请部长。啊，请部长。好，叶委员好。部长好，辛苦哈。部长，你的业务报告呢铺陈了很久，铺陈安全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台湾年轻的青春与生命不应该耗损在马路，我都同意哦哈。谢谢。道路安全从改变驾驶文化开始，善用先进科技提升道安。好，结果你铺陈这么多呢，是要将违规超速行为纳入强制险加减费衡量因素。你的做法呢，就是要让机车，因为年轻的朋友骑机车的最多，台湾的机车有千万辆，你要求你想要让机车加装 OBD。Onboard Diagnostic 是不是？我们不是要全面加装，我们是希望有一些学校让他们在学校里面，对于那些学生，对于停在校园里面的机车，来辅导做这些研究。好，非常好，部长，我要提醒你，这个行车记录器 OBD 啊，它不是现在个人装在小轿车里面的所谓录影行车，它是连续的记录汽车的瞬间行驶速率跟行车距离跟时间功能的装置，这个一台要几千块，你用这个要交给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来作为机车保险费率的参考。机车保险其实一台几百块，你要机车装这个几千块的 OBD， 我看会有很大的反弹哦。对，我们不会贸然做这件事情，刚才已经跟您报告了，会从校园里面针对一些算是一种学习跟一种综合的研究来开始，也不会让机车骑士直接负担这样的一个经费。对，部长，我要提醒你了哈，因为交通部是第一个重大政策引起大家哗然，连执政党的交通委员都搞不清楚就提出的政策，我希望不要再有这样争议性的。我同意你可以用鼓励的性质，鼓励大家去装，鼓励家长自己去帮小孩装，来作为他期待小孩不要超速、不要飙车的一个依据，而不是你强迫性的或者是图利了
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其他的用途，好不好？了解，一定是这样。我真的希望你的出发点是真的只是安全，是的，而不是强制的、哦、这是第一点。好，你在这里有同意，我就谢谢，可以接受哈。谢谢。另外，在你报告的虎航里面呢、啊，我觉得华航讲一半，交通部也说一半，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要求，我们做的决议为什么叫做要求所有相关人员？我们这个执政党啊，拼命在帮前面的政党来做灾后重建，可是呢，我们一定要先把责任厘清再来重建，要不然真的是乱成一团。我真的要再问哦，我现在问的问题你都要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第一，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投资案只有用简报方式进行，没有完整的企划书，没有华航转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的意见？听清楚，这个我都要答案哦哈。是谁同意用这样用简报没有企划书就可以了？然后是谁授权这个执行者董孝行去进行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董孝行本来是由华航，本来是要自己做一个成立一个联航，结果一年以后大转弯，改成跟新加坡的虎航合作。这个转折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转？有没有其他的评估？有没有什么资料告诉我们这个转折是怎么来的？来，本来新航要49%的，后来剩10%，而有黄金否决权，这转折又是什么？谁同意签下这样的合约的？这是第三个问题了哈，你都有在记，我看到，谢谢你，很清楚的记，我一定会 follow 的哈。来，本来的评估是2年小赔，第三年有盈余，但是后来情况是大亏，表示这个报告这个评估是有问题的。那既然这个评估是有问题的，谁要负责？谁做这样的评估？告诉我们，谁做这样的评估，我们今天这个决议才有意义啊！相关人员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谁做这样的评估？这是第一个问，第四个问题。好，再来一个，董事会决议和虎航投资这个决议，董事会决议跟虎航投资的这个决议，跟合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哈？那董事会决议跟合约内容不一样，这个谁敢这么大胆违背董事会的决议去签约啊？告诉我们，好，董事会决议不算，他就去签了，谁这么大胆？你们没有交代，我们要知道，谁可以违背董事会的决议去签约？好。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啊、新加坡虎航应该有多少的持股啊，董事席次啊，航线啊，两个内容完全不一样、欸、好，来，我这一共有5个问题，你都记清楚了哈？是。多久给我们答案？我想我们刚才也说，我们这个案子马上去回去彻查。多久？多久？2个礼拜之内。好，2个礼拜，我5个答案要清楚哈。好，了解。5个问题，好，2个礼拜，好。我最后有一点时间，很宝贵。观光，中国客来的大量减少，我们说要南进，部长很用心，也去开了会议，非常好。但是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南进的观光政策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南进的观光政策不能够只有纸上谈兵，不能够只有口号，我要求我们要有行动。要有什么行动呢？我们组团去招商，
我愿意自费跟你们去，我自己付机票钱，我自费旅费。局长，部长能带队最好，部长不能的话，我们一起去，就像上次我们去日本一样，我可以自费。但是我们不希望整个台湾的观光业者各行各业现在束手无策，他们愿意支持政府，他们愿意同意新政府不愿意受制于人的做法，他们都愿意。但是呢，他们说他们去南向自己去啊，没有人拟领啊，啊，他们说谁知道你是玩真的还玩假的？我们可以挑选优质的业者，或者是一视同仁，愿意走的都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去好好的跟东南亚南向，甚至这个穆斯林国家，我们都可以去。我们好好去跟他们谈，去跟他们推销，去跟他们说我们台湾的各项的美跟观光。我们要行动，不要只有口号，好不好？部长，你拼命点头，你愿意也一起做这件事情吗？这个是绝对我们要一起做的。至于我说到时候能不能够有幸跟您同行，那只是我们到再来看时间的安排。不过一定要把它变成带出去一起招商，这件事情是更该努力的。是，部长，其实有地方政府在做，不能只有地方政府做。我知道的有地方政府的观光局长，他自己在带着他地方的旅游业者自己去，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对。我们当然很高兴地方愿意这样做，不是只有是什么蓝巴县市去中国，不是只有这样，整个中央政府、交通部、整个交通部、整个观光局要有作为。其实观光局逐年都有编这方面的预算，只是大概像您刚刚讲的那个企图心可能还要再提高。是，所以我再一次的提醒，要行动，要行动。好，我相信所有的交通委员都会愿意为了台湾的观光，我们一起去努力。好，那个一起行动，给我一分钟的时间跟委员报告。好，我们一起行动。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停过这个跟这个所谓的台商也好，或是相关的旅行社也好来沟通。那地方政府也是希望能够团队作战呢、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那么我们大概11月啊，在印尼跟泰国都会有这个相关的团会到。那我们希望这个像刚刚委员所提的，我们也希望跟结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做处理。我想说有些这个部分我们持续在做。是，谢谢。好，部长，我最后也说一句哈，台湾的政府其实在东南亚国家是有公信力的，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决心要去做这个政策呢，我们就必须要有行动，行动。谢谢，谢谢，应该的。现在请孔文吉委员发言。好，主席，各位请交通部长，这个贺部长、贺成丹，还有公路总局，好吧？公路总局局长、公路总局陈彦博局长。孔委员好。哎，部长你好啊！我先给你看一个影片哈。这是这个照片了、啊，快一下。这个是这什么地方你知道吧？这个昨天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在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在台东县的海端乡，海端乡就是在往那个力道雾路那个地方啊，是交通，可以说是最脆弱的地方啊。昨天下午5点啊，发生了一个大塌方。把这个整个公路淹没，差不多有100公尺。那这个公路里面呢，被压的啊淹埋的地方，里面有一个明隧道，啊，那明隧道也被淹埋了。那现在我们还不确定里面有没有人，但是刚才接到消息，好像有人在里面，啊，有人在里面，好像像目前是听说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听到的，啊，那里面有一个明隧道。那这个工程哈，我要跟部长说明一下，这个工程还在施工啊，
哦，还在施工还没有完成，里面呢就已经在盖一个明隧道了，因为上次有一个很大的摊方，很大的摊方，所以那个公路局呢做明隧道，哦，你们的官商公务段在做的，还没施工完成。那我上次有去看过哈，那个怪手都在上面，在山壁上面挖了，在山壁上面挖，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为的工程的疏失？因为你这个工程还没结束哦，是在你现有的工程，因为台风的关系、大雨的关系，摊方整个大摊方啊，把这个明隧道你们还在做的，还没施工完成的，整个淹没了。那个部长，这个，你这个可不可以去查一下，是怎么是？让公路总局先来说明一下。然后说明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首先我们刚才查证了一下，是没有人在受困在里面。你确定没有人吗？是，刚才那个已经回。长达100公尺的，哦，这个是很突然的，哦。委员报告一下，在这个工程，因为它本来就是在我们的施工路段，所以我们当时是管制的，是管制通行的，而且在管制在里头做相关的施工，所以同仁第一时间的回报，因为是没有车辆在这里通行，所以呢应该是也没有外面的人。那当然施工的团队是不是有人受困？经过清查也没有，所以昨天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报是没有人受困在里面。那委员特别提到的这个是什么时候抢通？原则上呢，我们大概会在7号的下午5点以前，我们把它抢通，让它可以单线双向。你们现在官商公务段的段长是孙段长吗？还是以前的李段长？孙段长。好，孙段长，那个局长你要特别交代，因为我们现在哈。唯一的路是这条路了，是。那我们那个力道啊，力道村里面最还有一个部落是力道，力道是一个很世外桃源了，啊，那个地方他们还有做一些农产品，啊，这个番茄、青椒要运出来，啊，只有走这个，要不然的话就要走天龙步道。天龙步道，对，有一个天龙。那个天龙步道，你们可以花一点钱改善，好不好？因为我们很多布农族的乡亲呐，这条路上一次在盖明隧道，上一次发生土石流灾害的时候，大家都是扛着背那个什么番茄青椒走那个天龙步道。公路总局哈，是不是可以花一点钱把那个步道整修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那个也不是公路系统的道路了，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个经费在资用上啊比较有所困难。你可以部长可以找观光局好不好？找观光局来把那个天龙步道再整修一下嘛。那应该是观光局他这个步道那个业务吧，好不好？我们可能对于把它当灾变之后的一些抢修哈，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帮忙协调一些经费哈。没有，我想哈，因为部长蔡英文总统跟原住民道歉，你有什么感想没有？你看到我们原住民都是在活在这种哈跟那个大自然生存的啊，平时这样一个每天都会提心吊胆。我们的道路，中横公路、南横公路，啊，这个我每次本席每次这边提，南横公路已经跳票好几次了，从前年说要开通，现在什么狮岩垭口还在那边那个这个什么摩天岭，那现在又来这个灾害，上一次部长还跟我讲说南横公路什么时候要通的，啊，你还跟我在那边讲过南横公路什么时候通，这个南横公路啊，这一条就南横公路。局长，你知不知道南横公路什么时候要通？目前规划是107年哦。107年几页？你跟我讲清楚。现在在立法院殿堂，你不要再跳票了。107年的1月。好，107年的1月哈，我也没叫你们提前或怎么样。107年的1月，南横公路要前面抢通啊，这个不要再跳票了，好不好？朝这个对来努力。还有部长，那个昨天啊，那个我去了梨山跟那个环山哈，梨山跟环山那边当然也在抢通了，啊，从那个大同乡到那个梨山哈，有67处摊方土石流，啊，这个67处摊方土石流不是这个，啊，那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抢通了，啊，那我是希望部长哈，能够这个是我上前天在大同乡哈。台积甲的路基啦，这个严重流失，路基严重流失的很多。当然，透过你们那个独立山公路段有在抢通啊，67处也抢通，但是旁边那个土石流啊，有影响这个路基，还有影响保留地的。啊，我希望局长，你有时间哈，你多去看一下。我上个礼拜台积甲去走了一下，走了独立山公路段的一个辖区。嗯，是。
台好不好？那个67处的土石啊，这个土石流啊，这个摊方啊是有清除，但是已经有影响那边的这个路基的流失，还有保留地的流失，所以那边的边沟那个水沟啊，啊，还有那个挡土墙是啊，甚至有一户啊，这个已经被冲掉的很多，就在武林农场的入口处那个地方。好，武林农场入口处啊，这个是他的房子被摧毁了啊，也是因为小土石流了啊，这样冲下来。好，好不好？我们来了解，然后来做必要的处置。好，好，谢。好，谢谢公务员，谢谢部长。我们接下来请郑运鹏委员。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麻烦部长，还有公路总局？我们请贺成部长好不好？公路总局啊，哎，请公路总局局长，谢谢。部长、局长辛苦了。政委好。刚才很多委员都有咨询到说路基摊方的问题哦。那主要大概就是来自于今年台风很多，尤其是去年秋天之后哦。那今年从七月开始到九月，台风就四个。那我们下一张好不好？那这个台风好像都在考验着新政府了。他连名字都告下一张，怎么了？哎，暂停一下吧。播不出来是不是？这有问题是？不好意思哈、哦。哎，没事。哎，下一张来，下一张嘿。这个台风的名字都在考验新政府啊。他一开始跟你说你没跌，啊，九月十四号跟没人跌，啊，拜托一卖个卡，最后跟没钱啊。那这个新政府到底有人跌没人跌，有钱没钱，我们看一下状况怎么样。然后刚才有些委员也提到说，很多都已经抢动完成，那台电也好，公路总局也好，各部会其实都上紧发条，大家辛苦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那我们在这段台风期间，下一张哈，公路总局到底做哪些事情哦？预警性的封闭道路在是这些，其实都有做，包含在河海边啦，包含在那个山凹的部分都有在做。好，下一个哈，然后也有做了灾情封闭路段哈。那因为这边我不小心以为是我们的桃园哦，那结果是高雄市的桃园，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秦河变道路基流失，每次遇到大雨台风大概这一段很辛苦，所以我们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一段状况如何哦。我让部长跟那个局长您看一下这一段哦，高雄市的桃园不是我们的桃园市哦，来看一下下一张，大概是这个状况了，其实蛮严重，在这边要施工，以学工程来说知道说很困难。来下一张。好、哦，然后在这个状况，部长您看，应该知道不好做的工程哈、哦。那下一张，但是他们现在，这是唯一没有抢通的道路，可是，在十月十五号，在那样的环境之下，都变道都可以抢通了、哦，是不是？交通部这边，因为这种非预期性的跟异常的气候、哦、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预算跟人力，这部长是不是可以在部内可以做的部分尽量去鼓励，好不好？是。好、哦，在我南部的桃园也给多一点鼓励。我们北部的桃园还是很关心他们。好的，好的，谢谢。交通部多加油哦。那局长是不是就这样？是台二十线这边。台二十线，刚才委员特别讲到的，清河跟复兴段，这我上任大概第一个台风天、嗯，我就跑到这个地方去看。好，是。那我们在这里有相关的中期变道的一个提升啊。那长期复建的话，目前还在研议中。好，这没有不会要求你说没做好就不要回来了。但十五号承诺的要做到。有历任的这个大概都有在关注这个问题。好，是。那这些问题哈、哦，部长您今天的口头报告跟业务报告里面，第一项都强调的是安全。那我来跟部长您讨论一个安全的问题哦。那这是我在台风天这一次梅基台风我自己去做的哈、哦，又实际上路，就是五羊高架段不要逆风高飞啦。真的不需要去开放的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到底现在的管理合不合理哦？那是不是请高工局哦？那现在我们再看下一段哦，在公路总局在这次梅基台风的时候，我刚才讲了，莫兰蒂台风的时候有预警性封闭的，梅基台风的时候也有做这些封闭的，但是没有五羊高，没有五羊高架。那五羊高架在九月二十七号的时候发生哪一些状况呢？来，我们先看第一个哦。九月二十七号的时候，梅基台风它中午十二点开始哦，五羊进行大客车小那小型车，限速七十公里。这个大概是我上路哦，我去测试五羊高架桥的安全的问题。我十点多上路，十二点宣布进行大客车，然后车速七十公里，然后再下一张哈、哦。那下午三点那进行大客车了。
小型车降速到40公里，这个是现在的管制措施。那过去怎么样呢？因为五羊段应该是，如果以它的桥梁来说，应该是现在最高的吧，很多路段还高于机场捷运。那部长您看一下哈，来下一张。五羊高从2013年的四月通车以来，它大概发生过这些政策性的命令啊。2013年七月通车三个月，它就因为台风的关系宣布禁止，全面禁止行车。然后在2015年八月的时候，也发生过禁止大客车跟小客车的限速。那928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因为台风也有限速到40。那今年就我刚刚讲的也到限速40了的状况。那这是什么样的规定呢？啊，下一张。现在五羊高架桥的管制标准是这样：平均风速达到7级的时候，那把车速降到70，什么车都可以走，但降到70，但是大客车就禁止了哈。那风速到了8级的时候，就降到40，但大客车也是不能走。那第三个标准最强了哈，到10级风，平均风到10级风的时候，完全封闭，发生过一次，在2013年的七月完全封闭，我是不知道怎么封闭的，但这个标准合不合理哦？这个标准合不合理？那我们因为有这个管理规管制的标准嘛，所以你们也设了9个风力观测站嘛，对不对？没有错，这个都还在运作吧？局长都还在运作哈。那来这个标准到底合不合理？我用我自己那一天实测的影片，部长您可以看一下哦。我们来播一下影片，好，播一下影片，这是我自己行车记录器手机拍到的，还不是行车记录器哦。那我把它剪辑了一段，部长给您参考一下，说不定您在我的脸书上也有看到。规范定出来了，他会要求我们检讨。可以吗？可以。现在五羊高架还没有任何管制的措施。10:43，我从机场系统上去了。台北。但是风雨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到11:03的时候，我走到24公里处，你可以看得到圆山饭店。有感多了，往台北比较小。那部长，你要看哦，我的车子突然就偏过来，偏了1/3的车道左右。那一个车道大概3公尺到3.5公尺，所以我大概偏了1公尺，就瞬间的风就把我吹过来了，很可怕，我这样吓一跳。对，好，然后11:08我下车了，再下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调出来当天的风速测试，部长您可以观察一下。来下一张，他那刚才有7级风、8级风、10级风，那我们那一天在66.95这一段的监测是这样哦，这是黄色的是12级风，蓝色的是9级风，绿色8级风、7级风，这样12级风在这里哦。你可以看到，大概接近11:40的时候，12级风以上的其实蛮高频率的哦。那如果你要到达你们的7级风的标准哦，在这边，这7级风的标准，你看那天的平均风力其实都在下面，但是我自己开上去，你开放的路段、开放的时间，其实12级风都已经会发生了哦。我那个时候还在11:40之前哦。所以我们的行车安全其实要看的，部长，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们要看的是不是平均风速？你怕是开到一半，突然一个瞬间的变化，不管是瞬间有车子进来、有人走出来、小猫小狗或一阵风，怕的是那个我瞬间位移的大概1公尺，这个状况最危险。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用平均风速，可能方便你去做气象局的哈。我气象局不知道在丁局长，那个对不起，新局长哈。是不是在高的地方，我们风速其实比较应该是比较快才对啦？哦，应该台风比较高嘛，所以我们如果看平均风速的话，那一天几乎没有到达你们12点跟下午3点要发布的标准，但是事实上你开上去就很可怕，所以部长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哦，研究一下说我们这五羊高架段的行车管制标准是不是应该合理的来做调整？来，我们下一张，这个就是瞬间风速，部长您看一下，七级风的每秒风速是15.4。它要到封闭的10级风是28.3，几乎是风速要快一倍，快一倍你才封闭，这很奇怪啊！而且它瞬间阵风已经到12了，到12级风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几乎，你看是两倍多了哦。这我认为用平均风速是一个不合理的标准，应该用阵风。那阵风我相信现在的气象应该还是可以预测的，你封闭也没有关系。来下一张。所以我跟部长报告一下，就是说瞬间风力如果到达10级风以上，对开车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好，然后再来，那我们的建议是什么？这一天是那一天，来那一天其实大客车也有翻覆日籍的旅行团，很危险，它还不是在高架路段，所以从这边也看得出来那个危险性在哪里。好，来下一张，我们的建议是这样了，五羊高架段更危险，台风天因为车流量很少，
所以如果它封闭了，它封闭了，它会造成它没有分流的效果，它就开到了那个一般的国一的平面路段。到平面路段的时候，车子不会太多，所以不会有影响。所以五羊高架段既然在台风天，人家也不会上路了。你用预警性的封闭也好，你完全不能上路也好，那其实对安全来说是最有保障的。部长，您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是，而且据我的了解，现在好像各县市政府放假就是以阵风为准，对，因为阵风你无预警嘛，其实更危险，比平均风力更危险。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平均风力到十级风的。我们来研究，我们来研究，好不好？以阵风为标准，最后再来哈，就是说在省道发生落石，那或者说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发生强风哦，造成翻覆的死亡状况哦或伤亡。这种天然因素的状况都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标准，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哈？来下一张，是不是有可能研究这种？因为我们的汽车责任强制责任险只对第三人赔偿，我们这种天然灾害，我们也现在有预警性的封路的措施嘛？那也有封闭的标准。如果你在没有封闭的状况，对用路人来说，我会觉得政府认为这是安全的嘛？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于这样的天然灾害的，在国道上面或省道、政府所辖的公路上面的一些天然灾害的造成伤亡，都给予保险，然后给予赔偿。这一点它不符合国赔的标准，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可以做成保险的要件。这个如果是对广泛的用路人的话，我们来研究看看，恐怕有一些我们需要研究的地方。对，这个研究看看了，因为对用路人来说，像五羊，你上去开的时候，就是。政府认为我还是可以上路嘛？了解。它发生危险的时候，应该政府也有责任，好不好？这请部长跟我们局长研究一下。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请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现在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现在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现在请陈雪生委员，陈雪生委员，陈雪生委员不在。现在请陈素月委员，陈素月委员，陈素月委员不在。现在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现在请刘兆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请部长，谢谢，请部长。刘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想接续刚刚大家许多委员都提到，我们台风造成许多地方交通的中断，特别是在东部台东上任梅基台风也台风中断了两天，但是因为我从小在台东长大了，所以有时候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当然可以很能理解我们的乡亲对这种这样的环境的一种认为我们自己是二等公民或三等公民这样的抱怨了。但是我常常想说，我应该有那个责任，我们往更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了。就是说我在以下跟你讨论，就是说台东的交通建设有一些是迫不及待要赶快去做的，比如说花东铁路的双轨化，南回铁路的电气化，这个是大众运输系统，而且做铁路即便对环境会有点影响，但是想当然是大家总是反对的力道是比较小的，这个可以运输量又很大，要赶快做。但想看看我们如果30年前就把花东铁路双轨化早就做好了，就那时候花东铁路要拓宽的时候，那时候政府正有钱，然后施工也方便，然后就把它做好。我常常讲，我们今天台东很多的交通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一票难求这种是可以迎刃而解。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赶快做了。就是说我们花东铁路双轨化现在是我本来我的认知里面，我们的可行性评估跟综合规划不是一起做的吗？不是一起发包的吗？现在现在还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打算不是你可行性评估现在已经做了，就送到交通部。你们现在交通部在修改完之后要送院啊，9月份已经送交通部了。
报告委员，当时核定的计划是可行性研究加综合规划，对啊，核定啊一次的预算，对啊，但是呢，整个综合规划阶段还是要分开发报，还是要先完成可行性研究核定的程序，才能够接续进行综合规划。那现在可行性研究的部分目前已经送到，我们会很快在部里面，在部里面了嘛，哈，就我知道九月好像9月13左右、14左右就送过去了呢。啊，这个启程要多久？大家，台东的交通界有些大概有些是毫无争议，大家要赶快让赶快做，就花东铁路双轨化。啊，现在九月份，可行性评估已经送到部长，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亲自？没问题，来了解这整个进度。好，这个我们在部里的审查2个礼拜之内来办理。好，那接下来我们甚至于希望把这个。再跟国发会来讨论，像这样的案子，是不是我们把可行性研究跟综合规划，也许来尽量加速整体办理，那么使这个工作能够。对啊，部长，我现在就要跟你谈，就是有些计划，像花东铁路双轨，第一个，我们现在面对瓶颈已经摆在眼前了嘛，真的，一票难求，这件事已经摆在眼前了，好，大家也没有任何的争议，这件事情期程的缩短，让它赶快进入工程实质工程的部分。这部分部里面要来做，跟国发会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啊。没有问题，就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不好？好，好，我希望你尽快的把这样的期程哦，你今天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把这期程说出来了，尽快把这样的期程，那综合规划我们要什么时候进入西部计划，然后要真正施工，看什么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而且尽可能的往前推的这样的。期程表，好，让我们台东的民众有一个知道说这样的愿景在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了。了解，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哈，那有些建设坦白讲是会比较面对比较大的挑战跟困难哈，比如说刚刚有委员关心的南横公路这个部分了哈。我很喜欢爬山了，所以南横公路我走过非常非常多的次数非常多了哈。但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问题，我知道。我以下我希望赶快南横公路有一个安全的南横公路，赶快全线通，不是通台东这一部分，还通到甲仙这一部分了，但是我知道那个工程上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嘛，因为我看我实地去看过，还有那个照片，那个山崩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以下要讲的就是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跟公安全还是最主要的考虑啦。我要讲是这一点，好不好？就是说，这个。但我们希望赶快全线通了，我讲的是现在关山隧道口后面那一部往那边应该算往高雄的方向那一部分哈，这部分。但台东境内的，因为那里面比较牵涉到蔬菜的运输，人员的就医这部分，我们当然即便不能长期的完全的解决那个比如山落石等等的问题，但是短期只要遇到，比如像这两天在力道这部分发生的问题，好，就要我们请局长要赶快迅速的排除那个路障啊，好，就说落石等等排除这个路障，因为那里面有蔬菜要运送下来，第二个就医的问题、就学的问题啊，好，这短期的排除障碍的排除要尽快、要迅速了，啊，长期的要让它全线的安全的通车哈。如何从工程的技术上跟大自然和平相处，那个是我们要很严肃去面对的问题了。阿伯，那不是套路啦，那一般都一次好雨来，然后就崩得这么厉害。好，但是我们希望它做好，但是希望它是一个安全的工程状态了，好吧？就这一点，请部长来督促来做这样的事情，是应该的。好，那部长，我们现在当然对现在。陆客的团客减少，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啊。好，这是事实问题。虽然我们也许自由行或其他国家的旅客会增加哈，但是对台东来讲，说实在，它一定会有冲击。好，因为我们台东这几年过去的5、6年的饭店业的繁荣，或者是其他这个艺品店的繁荣。我们实在都跟陆客的团客有很密切的关系。那陆客的自由行，坦白讲，你要他去住这种大饭店，或者是去大型的艺品店的几率是少的嘛？他背包客要去那种地方，几率是少的哈。所以，即便我们有自由行的陆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来到台东的几率高不高？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他来的时候，可能对以前我们的产业结构，他也没有办法去
有替换性的效果。好，那我在这里，部长，这是一个事实的状态了。好，那我们如何部里面对啊这样子业者的产生的冲击？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法没有？简单一点讲，确实是一定要把这个客源跟它的转型啊一起来做了。那所以眼前假如说团客他的某些消费行为跟他的停留的地点是比较能够马上来找到他的这个困难的话，我们先针对这些业者做一些辅导啊，也许就能够比较改善问题。但对地方整个的繁荣来讲，确实就是要靠产业的转型了。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看看现在的这一些团客之外的客源怎么样的来补充，大概要一些时间呢，但是想办法把这两件事一起来做。有一点哈，局长，我请周局长哈，这局长现在台东因为这几年民宿业增加非常非常的多哈，现在领有执照大概1200家左右了哈，那可能有一些还在辅导当中的哈。那我们对这些民宿业者，有前几天我跟这民宿业者来座谈，他说虽然现在生意比较清淡一点，不过他们反而认为说，如果有政府或者是政府扶助的社团来帮助他们在这个时间，比如说他们有帮他安排课程，让他们更深度的了解自己台东的环境他们说他们更了解台东的环境，怎么去玩的环境。如果有人辅导他们，帮他们规划这种行程，其实他们蛮愿意的，因为在过去他几年，他们可能比较忙碌嘛，忙碌说即便他住在台东，但是他对台东也不见得完全深入的了解啊。他现在要转型，但是转型要人帮助他们能够规划其他的玩法嘛。是，但是他们现在就个别可能自己去摸索，去单打独斗。那前几天我跟他们座谈的时候，他们一直很希望说，那现在有这个困难啊、有，当然大家也能体会了哈，体谅，就大家他们也想转型哈，但是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来扮演这样的角色，比如说，观光局做这样的工作，跟观光协会或者是跟我们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处好来跟大家有我们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协会之类的好来设计这样的课程，好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来更深入了解，或者是为他们自己的转型好民宿业的转型找到一个定位了啊，局长。非常好，因为我也跟他们有些接触哦，不过他们倒是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那我觉得今天委员的这个特别提醒啊，我觉得我们来优先来做一些规划，是，好不好？这一点马上来办，在地旅游就是靠这些地方，对对对，然后更让这些业者更清楚，他们要转型，因为也要有人辅导他们嘛，帮助他们嘛，他们更清楚说在地的特色在哪里，他们规划玩法行程的时候，可能更能够得心应手了，是，好不好？好，部长，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刘兆豪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李坤哲委员。谢谢主席，请部长。请贺成部长。周局长。好，请周局长。好，李委员好。部长您好。那部长，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关于台湾观光的推动。那我们知道在台湾整个我们最重要的观光的特质就是我们有温暖人情味，以及我们对于观光客的友善。那我们都是做观光，我们不是做政治，所以我们是欢迎世界各国的旅客来到台湾。那现在的新南向以及拓展东南亚或日韩旅客也都在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但是我要提醒部长，就是说我们对于国内旅客的市场其实我们还有很大发展的空间。那我们来看2015的观光收支的统计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国内旅游它的每一个在每天在台湾自己国家的旅游的费用是大概1401块花的费用。那如果我们出国的话，我们台湾的旅客在国外大概每天花的费用是6049块，那其实这个相差是有大概4倍，如果以单日的消费来说。那如果以出国消费的整体支出的话，这个金额是比国内的旅游多了一倍。那因为国内旅游大概是3600亿，那我们出国的旅客他的观光支出大概是6642亿。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以日本跟台湾的国内旅游
旅客在自己国家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金额来做一个比较。我们看台湾呢，大概我们出国消费啊是6049元，每日到国外旅游的话是1401元，好，就相差4倍。刚才也跟部长做个说明，但是日本他们啊出国消费，如果以台币来算，大概是11000元，但是他们在自己国内旅游的话，他们的消费是达到5244元，相差只有1倍而已。我们国内国外的消费相差4倍，他们国内国外的日本的旅游的消费是只有差1倍而已。部长，这就是说，我们希望世界各国的旅客来到台湾，别忘了我们自己国内的同胞，他的消费力及他旅游所占的这种消费的金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是值得我们要去争取的。那部长，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国内旅游，我们如何去提升我们国内旅游的动机，以及我们要如何去提升国内旅游的消费，这两个问题啊，必须我们要交通部观光局啊，我们现在在努力做世界各国的观光旅游的行销，但是我们自己国内的旅游我们也要加强。那现在我们有这个拓展国旅的方案，现在以3个月要做测试期，经费大概是1亿元。那主要的，我们是有相关的，不管是台湾好行的半价优惠，或者是相关的我们其他的补助，这样的补助啊，是以这种平日的旅行来作为优先的补助。这个请局长简单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国旅方案，扩展国旅方案还有什么具体的内容？确实是这样子。我想我们有几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来掌握。譬如说，很多邻里的一些活动，就是所谓的银发族，还有学生的这些旅游的部分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这个移风填谷的这个效果。那现在的部分呢，就是也如同部长特别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希望能够用这个以鼓励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把13个管理处啊也一起动起来，那13个管理处跟地方政府啊能够做一些结合。好，那部长刚才我们也提到啊，我们必须要严肃的去探讨如何提升我们国人旅游在国内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以及如何提高它的相关的消费。那部长，我们在104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国人旅游状况的调查。那针对国人为什么对于自己国内的旅游兴趣没有那么高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没时间，是主要的因素，以及啊没有兴趣，这两个因素啊值得我们要好好的去探讨。那没有时间，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工时啊，主要是3-8制，就是主要是工作8小时，这样一个休息8小时，那休闲8小时这样一个时间的搭配，无法去做有效假期的运用。连续假期啊是非常重要的。像日本，他也一再的在推展啊他们国内的旅游，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呢，他们对于雇员，就是员工的休假，以及推动他们出门旅行的一个意愿，去促进他们经济的计划，日本都有一直在推动，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丰富职员劳工的丰富的生活，他们也可以提升企业经营的价值，鼓励劳工休闲旅游，他们也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再生跟活化，可以造成3赢的局面。他们除了对公司企业观光厅跟他们的企业加强合作之外，他们对教育部门、对家庭的这样一个休闲生活旅游啊，也是加强他们的行销。所以看到说他们的这种家族的时间，就是说例如他们学校10月2号周日办运动会，他们10月7号就弹性的休假，他们要创造4连休，这种4连休创造出家族的时间啊，因为他可以地区活化，创造出旅行的一个需求，所以他们可以参加地区的活动，他们可以活化商店街，他们可以重新发现观光的资源，以及家人团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团聚的时间。所以当然我们要跟企业合作，要推动这种学校家族
哦，这种家人的团聚的时间，当然单单靠交通部是不够的，所以在政官推的时候，我们希望交通部要提出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改善计划。日本都已经确实的在执行，所以他们国内的旅游不只是靠国外的观光客，他们自己国人的旅游，我们到日本、到北海道、到其他相关的乡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光区，或是乡间的乡镇里面，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年轻人，或者是七八十岁的日本老伯伯、老妈妈，也是背个这样的背包在自助旅行。是，就是说，我们台湾跟日本都有同样友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安全的环境，这推动我们自己的旅行呢，有相当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那我们现在对于说啊，没有兴趣去旅游，国内的同胞没有兴趣去旅游，为什么？主要的因素是在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没有一个区域旅游的品牌建立出来。所以现在高雄、台南、屏东他们想要建立这种区域的品牌、游览的品牌的时候，交通部要全力的给予协助。是，一定的。这种区域的品牌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小樽，我们知道它就是靠那条运河跟这个仓库，还有做玻璃的那条特色的街道而已。像美国纽奥良就是那个波棒街，爵士乐的起源，那多少观光客到那边去朝圣，创造很大的一个观光的价值。另外我们要去讨论，部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去探讨我们国内饭店的价格是不是太贵。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去旅游，一般的饭店三四千块是跑不了，如果要一般的中上的大概六七千块跑不了，我们的民宿更是贵啊，好一点的民宿都是要上万以上。那这一种我们要去协调业者啊，这个国内饭店的价格这么高，当然如果要价格降低必须配合交通，因为我们交通的价格也高，不管是机票或是高铁票都非常的高。像我们国外的观光客到台湾搭高铁啊，有三天的这样的一个优待券，这个优待券是大概2400块，但是我们自己国人搭一趟来回北高来回啊，真的就要这个2490元。哦，这个价格啊，真的是有一点高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有关于这种我们搭北高来回要2980元了哈，做个更正。那我们交通工具也不太方便，我们的大众运输国人搭乘意愿也不高，所以我一直在跟部长交换意见，就是有关于我们大众运输系统搭乘率要提升，我们地方的接驳系统要做好。这个才是推动观光旅游、啊、一个很重要。像我们现在一直希望要去推动国内的旅游、啊、部长，在交通的价格以及交通的便利性跟饭店的价格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搭配啊，我们来协助业者来做优惠的措施。对、哦、你有这种优惠的措施，提高国人的旅游意愿啊，带动整体台湾的经济。了解了解，不要忘了我们自己台湾的消费力也非常的强，这是很重要的国内旅游。 是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刚刚提到那个公共运输里面的电子票证啊，就是希望能够慢慢把这样的一个消费跟它的优惠可以结合起来。现在电子票证是36条，对不对？对，台湾好行，但是它主要是在于时间呢、啊。我们希望是，如果是高运量的几条路线啊，还是要去做好它的常态性，对对对，跟固定的班次，加强它的班次。先有了这些资讯的利用、哎，有了这个电子票证，那个资讯就更能够动用更快、哦。希望这个智慧交通能够尽早的建立，是让民众可以好好的运用。是，我们来努力。谢谢李坤哲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赖世宝委员，还是那个赵伟，你要好，谢谢。谢谢李坤委员。现在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现在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现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现在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现在请施一方委员发言。邀请部长啊、请部长。施委员好。部长好。
今天本席很仔细的听你的施政的主轴哈，不敢当。那其中有两项你有提到，就是安全跟公共的因素哈。是。那这两项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哈，但是有一些遗漏的部分哈，本席有需要提醒你。谢谢。不过还没有谈到的时候，谈一下那个9月28号哈。我在电视上有看到你陪总统到那个桃园机场哈，那我要问一下，就是说这一次的机场有没有漏水等问题啊？你是不是回答一下？在前一天是有一点点停车场那边有点漏水，那么不过当天已经都完全修复好。我的资讯是不跟你不太一样的哈，那我有问一下那个曾董事长了嘛哈，他还有回答我。曾董事长你不用回答没关系哈，那因为他提到的是 Joint 那一些伸缩缝的漏水，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想你要仔细的关心一下哈，因为也不可以跟总统只有报喜不报忧了，因为总统有提到说他好像满意，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你要让他知道，是是是，这样可以吧？好的，那上次我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在那个桃园机场的漏水的部分嘛，我记得上次我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请你保证说有没有会那个水从哪里来，后来你跟我讲说是从领航南路来，我有跟你讲说是从天上来嘛，后来我有请你说要不要保证会不会漏水，后来你说这一方面没保证嘛，对，我说淹水我们一定可以，对，淹水可以嘛，漏水没有保证嘛，对对对，好，那本席要再请教一下，就是第二页那个高铁的行车安全你有没有保证啊？高铁的行车安全这个表这个表是最近这几年里面那个高速公路那个高速铁路局所提供的每一年的下限量大概这几个路段呈现的部分蛮高的，那如果把这3年加起来已经呈现了10几公分不等了，那我不晓得针对这个数据那个有关于那个高铁的行车安全那个部长你有没有保证啊？这个状况还不够了解，我想我不能够贸然的来做这个保证，我是不是让高铁公司来做说明？可以，只要保证就好了，不用解释那么多。是委员好，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如果有问题，我请部长换掉你。是的，好，可以吧？好，如果有问题，我请部长换掉你。好，你没有问题嘛？哈，好，那部长请上来。谢谢。我想是这样子哈，因为本席也曾经问你好多次了哈，但是这个答案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圆满的答案哈，就说这些呈现量。我举一个例子，彰化县如果没有呈现，嘉义市如果没有呈现，那云林县呈现，那这个呈现量那么大的呈现量，到底高铁的车辆要怎么那么顺利啊？因为有一个 gap 在那里，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下一次你请你的人弄一个报告给我，到底这一些呈现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客户，就怎么处置的是吧？对，是怎么样的客户，我需要一个满意的答案。那你的那个高铁公司或者高铁局也跟我保证说绝对行车没有问题，我想现在台湾很依赖高铁，我想这个你比我还清楚，是，所以以这一个部分现在不用让你保证，没有关系，了解，好，再下来。那本席要请教一下事情，就是刚才刘兆豪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那个人跟环境的共生，那这一段东澳跟南澳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你这一段整个都已经很平顺了，因为部长是那个交通的专家，我问一下，那个出个考题问你好了，在行车速度每小时50公里的部分那一个曲线还有那一个坡度可以允许多大才有办法每小时在很平顺的地方开50公里，每小时50公里。这路工上，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知道你不太会回答，不过你是交通专家，下次你大概要找一下那个比较强的幕僚哈。它的半径是1300公尺，下一页。1300公尺，但是这里面所有的路段没有达到1300公尺的，几乎你看你的那个半径都很小，好，坡度也只有8%，那这些路段都一直在死伤之中，
那今年的那个三月份哦，游览车的事件哦，也是一个重要的车祸哦。那过去三年里面有90的死亡的车祸，所以再回到上面那一张，不是下面那一张，上面那一张。所以本席要问的是说，这一段哦，在书法改里面一直说要让人家有一段平安回家的道路，这一段会不会再继续做改善？刚才我们公路总局也跟您说明了，我们现在也在列入评估。不过我跟委员报告，以我所了解，苏花改并不是以苏花公路并不是以50公里为它的这个目前允许的速度了。我是举例，那另外一方面，本席是举例而已。对，我另外是要报告的是说，当初它没有纳入为第一期的工程，就是相对于其他路段来讲，它这一段是相对在安全度上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好还是死很多人？他对他不够理想，但是只是说他我想这样子，我希望你当一个有感的部长。那这一个部分，因为你有做评估，你不要让你的属下误导。这个评估只是做一些耗资啊什么样之类的评估，这一个部分的路段是转折的，如果你没有改善，它还是在转折当中，所以这一个部分我拜托你一下。好，他有一些我们列入评估，列入评估，列入评估是所谓的改善的评估，不是耗资的评估，不是交通的评估，而是路段设计的评估。道路工程。下一次哈，下一次执行的时候，因为我时间到了，不想那个妨碍你的那个下班的时间。不敢当，不敢当。但是下次我还是会这个部分做执行。谢谢。我们再来跟您请教，谢谢。现在。请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现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登记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另作以下处理：委员陈淑月、严宽恒、徐真卫、江启程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针对今天的会议做如下的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尽速以书面答复。散会。啊，保证情况，今天大家拢。我们贵个包装讲个到。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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